这是一个游戏与现实相融合的世界，这里的人有着不同的职业，这个世界有数不清的遗迹、秘境以及无数恐怖的怪物，而每个人都会通过猎杀怪物来获取经验与材料，从而制作新装备与新道具。但是在凶猛的怪物也不及那令人畏惧而又神秘的存在，没错，那就是龙。此时龙国第三学校的某一处教室中，老师正在组织转职动员大会。同学们注意，今天的转职仪式不光会影响你们能否可以考上大学，更关系到你们今后的发展。虽然理论上转职的结果是随机判定的，但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只要精神足够坚定，大家都有机会觉醒战斗职业。听完老师的话，坐在教室一处角落的我也是心情澎湃，终于等到这天了。我名叫陆凡，自我从蓝星穿越到这里已经过去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两年半的生活，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越发清晰。这个世界中有三大类职业，处于塔尖的是战斗职业，比如战士、法师、弓箭手等等，运用强大的能力探索未知秘境，获得装备和丰厚的酬劳，是人人都向往的职业。其次是强化职业，比如附魔师、药剂师等，他们能制作有强大效果的特殊物品，但购买素材将产生大量花销，只有优渥的家境才有能力供养。最后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职业，厨师、药草师、矿工等等，这类职业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未来。成为普通人，努力工作，努力生活。而我的小姨韩珂就是这样一位厨师，她每天辛苦地劳碌着，靠着一间小小的包子铺供养我读书。仅到我八岁，她无怨无悔地支持着我，她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为了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为了让小姨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一定要觉醒战斗职业。就在我歪歪以后的美好生活时，正在台上讲的热血澎湃的老师也接到了校长的通知电话。同学们，转职仪式马上开始了，我们出发。听到老师的话，学生们全部一窝蜂地冲出了教室。冲啊，终于要觉醒职业了。见到学生全部兴奋地冲出教室，地中海老师也是来到了我的身旁。陆凡，你怎么了？你可是班上的尖子生，心里不必太有压力。话音刚落，一道系统弹窗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陆凡，恭喜你，超级宝藏图系统已成功激活。见此一幕，我也被吓得愣在了原地。卧槽，这难道就是每个穿越者的特权吗？看我满脸失神，老师也拍了拍桌子。陆凡，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见此，我也从获得系统的兴奋中回过神来。抱歉啊老师，我这就去觉醒仪式。一路狂奔，我也回忆起以前看过的爽文小说。也对，穿越到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没有系统？但是这个系统有什么用呢？算了算了，现在更重要的是转职仪式。一年一度的转职仪式正式开始，只要转职出战斗职业，就算是山鸡也能变成令人仰望的凤凰。要是能成为一个隐藏战斗职业该多好啊，强大，万人崇拜，大白天的就说起了梦话。隐藏战斗职业全校都出不来几个，出个生活职业我就祖上烧高香了。就在场中学生们议论的同时，场上的校长也是宣布起此次的转职仪式。同学们安静，转职仪式马上开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主持本届转职仪式的牧师。闻听此言，场中学生的目光顿时被这位牧师吸引，好强的气场，我要是也能觉醒这样的气场就好了。听到学生们的话，我也在心中暗想，牧师吗？战斗职业的气场果然不同。也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已获得新技能鉴定之眼。见此我也是微微一愣，鉴定之眼，这是个什么技能？说着我就对台上的牧师发动了鉴定之眼。随着我的意念移动，牧师的图标也是出现在了系统面板之上。抱着试试的态度，我也点向了牧师的图标。职业牧师，等级29级，技能转职启灵，储值500万龙币。果然这个技能可以看到牧师的信息。一扫眼前的状态栏，我也被500万的储值给震惊住。单是一个负责启灵的战斗职业就能拥有这样的资产了，小姨就算做一辈子包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吧。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台上的校长也怒了，大喝道，安静。听到校长的话，场中之前无视校长依旧还在讨论的学生们顿时鸦雀无声。转职仪式正式开始，叫到名字的同学请到台上来。张涛，听到是张涛的名字，场中的学生再次小声议论起来。张涛啊，这可是年级学霸，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战斗职业呢？虽然转职基本上是随机的，但是属性越高就越有可能成为战斗职业。比起男生们关注的重点，女生们更关心的还是转职者的颜值。没错，张涛这家伙不仅学习好，颜值也是异常的帅气。随着牧师发动自己的职业技能，刚刚才走上台的张涛顿时被一道道金色的符文所笼罩，没有多过停留，在符文掠过张涛后就径直进入了场中的转职水晶之中。随着符文的进入，水晶的上方也出现了一颗篮球般大小的火球，而见到是代表法师的火球，全场的学生顿时就惊呼了起来，牛逼啊，张涛果然成为了战斗职业，真的好羡慕他呀。一握手中的火苗，张涛也在这时不屑地轻哼了一声。转职仪式继续，不少的人都觉醒到了自己适合的职业。药草公司的少爷觉醒了药草职业，肌肉大汉觉醒了裁缝职业，细狗觉醒了矿工职业。看来觉醒战斗职业终归还是少数，大多数仍是生活职业。觉醒战斗职业意味着有无限的未来，而觉醒生活职业的大多数人注定和平庸一生为伴。听到我的话，站在我前面的男生也喃喃道，这还算好的，你看三班的李平，家里本来就拮据，现在却转职成了开销最大的强化职业，还不如觉醒生活职业呢，好歹有个一技之长，不用担心自己今后的温饱问题。听到同学所说，我的脸颊也不禁滑落一滴冷汗，我家里也拮据，万一成为了强化职业，这辈子就完了。来了来了，最弱的御龙职业他终于来了。转职仪式进行过半，觉醒人的名字也终于念到了我。
抱着巨大的压力，我也是穿过人群走上了觉醒台。事已至此，紧张和压力都是没有用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草鸡变凤凰，成败在此一举。只不过千万千万别觉醒强化职业。想法至此，牧师也对我发动了专属技能转之麒麟。随着符文掠过身体，我也饱含坎坷地盯着眼前的转之水晶。符文进入水晶，一颗巨大龙瞳突然出现在大会的上空，而地面也随着龙瞳的出现发生了剧烈的震颤。就在学生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站在觉醒水晶前的我突然被天空中的一道金光所笼罩。随着金光的出现，一只红色的生物也在我的上空逐渐凝实，待到其外观完全凝实成型，场中的所有人都惊讶了起来。巨龙，陆凡转职居然会出现巨龙，这种异象可是只要出现隐藏职业时才能见到的。我去，这家伙不会真的觉醒了隐藏职业吧？场中惊呼不断，就连教师席这边也是一样。李老师，你们班居然出现了本校的第一位隐藏职业，可真有你的。没有理会身后女老师的马屁，地中海已经开始幻想起我今后可能拥有的成就。要是转职成最强的隐藏职业龙血战士、龙与法师，那他就能成为龙国新的强者，甚至创造历史。据上次有人转职成龙血战士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而那位现在已经是龙国的顶级强者，难不成陆凡也觉醒了这样的职业？话音刚落，场中的觉醒也接近了尾声。凝实的巨龙望着我的方向发出了阵阵龙吟，不等这家伙继续嚎下去，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直接将巨龙给拍碎，待到烟尘散去，场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一人的身上。校长最为激动，更是直接上前一把搂住了我。小子，你是什么职业？是龙血战士还是龙与法师？闻言知道自己觉醒了什么职业的我也是支支吾吾了起来。我觉醒的御龙师。听到我的话，校长直接呆愣在了原地，学生们老师们的反应几乎和校长一致。什么御龙师？这么大的阵仗怎么可能啊？在呆愣途中，校长也松开了抓住我的双手，一个劲的朝身后退去。怎么是最废物的无用职业御龙师啊？御龙师，一个上限极高的战斗职业，可同样也是迄今为止最废物的一个职业。觉醒仪式结束，抱着失落的心情，我也漫步在回家的路上。一点眼前的系统面板，我也查看起自己的属性。职业御龙师，等级十级，技能御龙术，可驯服龙类生物，储值239龙币。御龙师虽说和龙血战士、龙与法师并称三大隐藏职业，但是御龙师实际可以发挥出的实力却是最弱的。现在这个时代连龙都找不到，就更别提什么驯服了，还不如普通的战斗职业召唤师。而就在大会结束之前，校长也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虽然驯服龙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但是你也能驯服一些亚龙种，从而成为强者。当然我也知道这些话都是在安慰我，强者对于我来说又怎么可能呢？没有龙的御龙师怎么可能潜力无穷？亚龙种那也只不过是些凶暴的野兽罢了，和真正的龙根本没法比。也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会这么说，龙国八百年的历史中龙不是没出现过，不过驯服过龙的御龙师却从未有过。在强大的人类，在巨龙的面前都如同蝼蚁，想要驯服这样的存在无异于痴人说梦。再就更别说没有龙的御龙师，不光能力无法提升，甚至连技能都无法解锁。小姨辛辛苦苦供我上学，可我却不能带给她更好的生活。不知不觉间，我也走回了自己和小姨住在一起的包子铺中。在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心情后，我也是推门走入了家中。小姨，我回来了。见到是我回来了。刚刚烧好一桌子菜肴的小姨也是迎了上来。小凡回来了，赶紧吃饭，今天我可是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今天可是小凡转职的大日子，咱们就好好的大吃一顿吧。拉开椅子坐下，小姨也询问起我今天觉醒了什么职业。闻言我也是低下了头，看到我这副样子，小姨也发现自己问得太过直接，改口道，小凡没有成为战斗职业也没关系的，天天去打打杀杀我会担心的。闻言我也打断道，不是的小姨，我成为了御龙师，是一个没有龙什么都做不了的职业。见我这副样子，小姨依旧还是那般慈祥，御龙师也没关系的，毕竟是隐藏职业，这已经说明了小凡你真的很强，如果将来你能考上大学，小姨就继续供你，要是你不愿意也可以和小姨一起经营包子铺。画面一转，吃完饭的我也是生无可恋的躺在了床上。小姨才26岁，生活职业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没能改变平凡的生活，我想要和小姨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难道就因为我成为了御兽师而遥不可及了吗？想到这，我也是一拳重重的砸在了床上。不甘心啊，明明只要有了龙，御龙师就是名副其实的隐藏职业了，现在的我又该上哪儿找到龙呢？可能是察觉我内心的想法，系统也下意识的跳了出来。陆凡，恭喜你，首日藏宝图已发送，超级藏宝图系统每日将会发放一张藏宝图，首日发放必为神级藏宝图。看到这则提示，我也从失落中回过神来。对啊，我记得激活时它叫超级藏宝图系统，今天只是尝试了它的鉴定功能，还没有了解过它最核心的藏宝图功能。刚这么想着，我就伸手点向了藏宝图。藏宝图等级有初级、中级、高级和神级四等，三张相同的低级藏宝图能够通过系统合为一张高等级藏宝图。本系统每天都会向您发放一张随机等级、随机地点的藏宝图，只要前往那里就能找到与您对应职业相关的宝藏。看完系统对藏宝图的概括，我也大概有了方向。对应职业相关的宝藏，御龙师的确是公认最弱职业，那是因为驯服龙族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只要能利用好这个系统，就有跨越最弱与最强这条线的机会。也就是说，这张神级藏宝图可能就是我最后的翻身希望。来了来了，
神级藏宝图他终于来了，如果就此放弃，那我这辈子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更别说回报小姨了，所以我一定要去。抱着忐忑的心情，我也点向了系统的接收键。画面一转，系统上也出现了一幅详细的地图。山石平原地区等级10到20级。山石平原距离江海市不算太远，只要搭上夜间最后一辆城郊巴士凌晨就能到。时间飞逝，凌晨5点，小姨也是从睡梦中醒来，如往常一般打开客厅的大灯，餐桌上的一张纸条也是成功吸引了她的注意。一推我房间的大门，整个房间中却空无一人。这时的韩科也拿起桌上的纸条浏览了起来。小姨，这几天我要去山石平原，请不要为我担心，这可能是我改变玉龙师命运的机会，我不会有事的，等我回来，我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与此同时，我也已经抵达了山石平原的外围。就在我考虑着下一步该怎样进行时，一只巨大的臂膀突然从我身旁撞过。当我扭头看去，一个身穿迷彩背心的彪形大汉正一脸不善地看着我，而在他的身旁正站着一位靓丽女子在跟我打着招呼。察觉来者不善，我也是后退一步与这两人拉开了距离，手更是已经放在了刀把之上。不等我出声询问他们要干嘛，一个独眼老头已经出现在我的身后。小哥，一起走。一把打开他的手掌，我也厉声回道，不用了，这些家伙这个时间点来山石平原的外围，难道是材料猎人？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独眼老头也再次开口了，年轻人，深夜的荒野里没有同伴可是很危险的，要不要加入我们？闻听此言，我也更加确定了这些人就是材料猎人。这些家伙为了偷抢素材，杀人越货这种事简直信手拈来。见我依旧不为所动，这些人也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貌。怎么样，考虑好了吗？闻言我直接扭头朝山石平原走去。我说了不用，见我这副样子，这伙人也是将我围在了中间。小哥，你不懂荒野里的规则，这夜里可比你想象中的凶险。察觉这伙人要动手，我也解释道，我是一名召唤师，不需要同伴，如果有凶险的情况，召唤元素生物就能解决。闻言这伙人也停下了逼近的脚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首的独眼老头也是相当识趣，看来我们担心你的安危实在是多余了，我们走吧。说着他就扭头朝山石平原中走去。见此我也暗暗松了一口气，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好在刚才瞎掰了一个召唤师的幌子，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可用技能，和这伙人硬碰硬肯定讨不着好。果然没有实力就会这样，实力为王的世界，没有实力的职业注定会成为鱼肉。抱着对系统的信任，我也踏上了寻龙之路。沿着山石平原的外围，我也顺着藏宝图的标记朝宝藏地点赶去。越到深处，沿途的怪物就越多。此时在我眼前，这群形似水牛的怪物名叫利角马。虽然他们不会主动攻击人，但如果我惊动他们，就算只是这样的怪物，我也根本不是对手。安全起见，还是绕道而行吧。一路上我小心翼翼，虽说是为了安全起见，我选择了绕远路，可是这也安全不到哪去啊。避开利角马，此时的我正处于一群巨角灵的正中心。这些巨角灵在夜晚的视野受限，很难看清周围的生物，可是对声音却是极其的敏感。也就在这时，一只巨角灵嚼着草走到了我的跟前。见此我也是冷汗狂冒，马上就要接近宝藏地点了，千万千万不要被发现。就在我心中暗想的同时，一只青蛙不合时宜的出现在我的脚底，一脚踩去，清脆的蛙鸣顿时响彻整个森林。听到这么大的响声，处于巨角灵中心的我也不禁汗颜，紧随其后的就是巨角灵那杀人般的眼神。随着首领的一声鸣叫，场中所有的巨角灵都朝声音发出的方向冲了过来。见此我也不慢，立马就跑出了堪比博尔特的速度。特么的，死青蛙，好端端的你叫什么？眼见这群巨角灵马上就要追上了，我也是急忙朝巨角灵的冲锋线外跳去。好在这群巨角灵晚上都是瞎子，在成功跳出两米半后，我也是险而又险的捡回了半条命。和我不同，在刚刚的践踏中，始作俑者蛙哥已经当场去世，而看着这样的景象，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连胆小的巨角灵都惹不起，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我的下场就会像那只青蛙一样被践踏致死。就在我这样暗想的同时，系统弹窗突然跳了出来，已到达本章藏宝图地点。见此我也是喜笑颜开，急忙抬头查找起四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找了两分半后，我也发现了宝藏的详细地点。抱着激动的心情，我也是冲入了这奇怪的岩石缝中。这就是能改变我玉龙师命运的宝藏吗？映入眼帘的正是一颗赤红如火的红色龙蛋。就在我不知所措地望着龙蛋的同时，包裹在外的蛋壳也发出了咔咔咔的碎裂声。正在破壳，幼龙就要诞生了。就在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幼龙破壳时，周围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为了安全起见，我也拔出了腰间的砍刀。明明一路上都很小心，果然还是没逃过野兽的鼻子。说着我就朝草丛的一处劈了过去。来了来了，神级藏宝图的宝藏它终于来了。不过在找到宝藏的同时，我也已经成了野兽眼中的猎物。一刀猛地劈下，攻击直接让眼前这只狐狸型野兽给结结实实的拦了下来。嗜血灰狐，一种对血液极其敏感的野兽，虽然体型只有家猫大小，但是力气却是出奇的大，就连已经10级的我都难以招架。眼见这家伙马上就要将刀给压了回来，我也不敢懈怠，抽刀出拳，一气呵成，直接将毫无防备的嗜血灰狐给轰飞了出去。初次与野兽搏命，我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利用短暂的空档期，我也发动了系统的鉴定之眼。嗜血灰狐，等级10级，技能三连爪击，嗜血回复，以目标嗜血量回复自身生命，经验值120点，材料狐皮，价值80龙币。三连爪击和嗜血回复这种技能搭配真的很强，只要他能够三连击放血，再用嗜血回复恢复自身，一直拖下去，我迟早会被他给耗死。
看了看身后正在破壳的龙蛋，我思考起接下来对付嗜血灰狐的办法。现在的我没有任何技能应对嗜血灰狐，如果可以拖延到幼龙破壳时使用御龙术，应该可以轻松解决它。天不为人愿，嗜血灰狐显然没那个心思，抓住我愣神的空档，直接就从地上朝我飞扑了过来。眼见离我近在咫尺，情急之下我也抬起手臂做出了格挡的架势，三连掌击发动，锋利的爪子瞬间就划破了我的手臂。绝对不能让他使用嗜血恢复，必须在三连击结束之前解决掉他。说着我就抄起大砍刀朝嗜血灰狐挥了过去，爪芒与刀刃的碰撞，仅是触及的瞬间，新手大砍刀的刀刃就已经发生了碎裂。当然嗜血灰狐也没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一把压住砍刀的同时，他也发动了三连爪击的最后一击，并且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突然猛地后仰过去，爪芒几乎是擦着我的身体滑落。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调动全身力气撑起自己的同时，我也直接猛地拿起砍刀插入了嗜血灰狐的头颅之中。随着我拔出插入头颅中的砍刀，系统弹窗也再次浮现了出来。嗜血灰狐等级十级，已讨伐嗜血灰狐陆凡，经验值加120。见到系统的出现，正打算补刀的我也是长舒一口气，终于干掉了。不等我休息，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自我身后响起。是啊，确实干掉他了，小哥还真是厉害啊。材料猎人，一种专职在野外狩猎怪物寻找材料的职业，而这些人往往也是最极端的一群人，背后捅刀子这种事情都已经是家常便饭。而看着这群人的出现，我也是出声质问起来，你们竟然跟踪我，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加入你们。闻言，三人中的女子也是淡笑出声，小帅哥，不必如此紧张吗？你可是欺骗了我吗？听到女子所说，一旁的独眼老头也附和道，是啊，小哥，你明明说你是召唤师，可为什么伤成这样还不用技能？闻言我的脸颊也不自觉地滑落出冷汗，反应过来的我直接一脚将嗜血灰狐给踢了过去，你们想要狐皮就拿走，别再缠着我。见此为首的独眼老头也是一愣，紧接着就露出了一抹邪恶的微笑，哈哈哈，小帅哥你可真有意思，这一张狐皮才80龙币，我们得拜托小哥砍多少只才够分的呢？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眼见老头的目光是我身后的龙蛋，我也暗叫不好，这些家伙他们看见我找到龙蛋了。随着独眼老头一声令下，彪形大汉和大胸女直接朝我杀了过来，来不及做出反应，彪形大汉猛地就砸掉了我手中的大砍刀，力气何其之大，连人带刀我瞬间被轰出了数米之远。大胸女也是紧随其后，手握匕首直接就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别动啊小帅哥，会划伤你的。见此一直没出手的独眼老头也是走到了我的身旁，小哥你太小看材料猎人对于宝贝的嗅觉了。也就在此时，彪形大汉已经从龙穴中取出了龙蛋，龙蛋到手可以撤了。闻言独眼老头也淡笑道，既然宝贝已经到手了，那就杀了他吧。听到老人的话，大胸女也是一愣，不过随即就反应了过来，太遗憾了小帅哥，我们要说永别了。说着他就拿着匕首抵上了我的脖子，看着这伙人拿走龙蛋，我的心中也是万般不甘，那可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绝不能让这群家伙拿走龙蛋。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龙蛋的外壳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破碎，紧跟着一道黑影从中窜出，径直就飞上了天空。见此一幕，场中的所有人都是一愣，当众人抬头看去，一道黑影正盘旋于空，无数的气流自他的周身四散而出，根本不给众人反应的时间，黑龙瞬间缩回翅膀，朝着下方的两人就冲了过去。见到这幅场景，独眼老头也不敢怠慢，一握腰间的小药瓶就朝黑龙的方向扔了过去。眼见这充满诡异色彩的小药瓶，黑龙也没有选择击碎，原地旋转直接绕过药瓶，继续朝两人的方向冲了过去。见到老头攻击没中，彪形大汉也是朝着黑龙的方向迎了上去。眼见攻击近在咫尺，黑龙毫不退缩，龙瞳龙爪上顿时就镀上了一层恐怖的红色，龙爪技能发动，仅是一个照面，体型魁梧的大汉瞬间就被撕成了五分，随着大汉的残骸散落在地，独眼老头也被这恐怖的一击吓得瘫软在地。而黑龙在成功斩杀掉大汉后也没有闲着，直接将目光转向了离他最近的独眼老头。见此一幕，老头也没了之前的那份淡定，一个劲的朝身后的我和大胸女求救。而此时的我已经完全被黑龙的实力所震惊，没想到即使是刚破壳的幼龙都这么强大，难怪至今没人能驯服龙族。闻听此言，大胸女也回过神来，将刀重新架在了我的脖子上。龙，你刚才说什么？这居然是颗龙蛋。不等这家伙继续问下去，一道血迹和一片衣服的碎块突然从他的身侧飘过，与此同时，小黑龙也开始拾起地上的蛋壳碎片，一块一块的塞入嘴中。眼前这只刚刚出生两分半的黑龙，仅是一个照面就轻松解决了材料猎人中的两名战力，而看着队友接连死亡，大胸女也是被吓得魂不守舍，就连握住砍刀的手都不由得颤抖了起来。见此一幕，一把推开他的同时，我也嘲讽道，材料猎人的嗅觉也未免太迟钝了，想抢走本该属于我的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没有多过停留，我径直朝着吃蛋壳的黑龙跑去。见到黑龙的目光从地面转向了我，我也不敢犹豫，立马就对其使用了御龙术，金光拂过，小黑龙也在此时疑惑地嗷了一声。随着金光越演越烈，迟迟没见我被黑龙斩杀，大胸女也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这条龙不杀了你？闻言我也淡笑道，刚刚偷偷跟来的时候你们不担心我是谁，现在却担心起来了，那既然你问了，
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可不是什么召唤师，我是御龙师。黑龙契约已达成，已解锁技能龙爪、龙牙肌、龙之鼓舞。见到逐渐逼近的小黑龙，大胸女也是没了之前的那份妖媚，一个劲的哀求道：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克隆蛋。闻言我也讽刺道：卑劣的材料猎人，你们又谋害过多少和我一样的人呢？多说无益，去陪你的同伙吧。闻听此言，小黑龙一个俯冲，开启龙爪就朝大胸女杀了过去。画面一转，凌晨过去，太阳也逐渐升起。此时的我已经将嗜血灰狐划伤的手臂包扎好，而小黑龙就和刚出生的宝宝一样，对一切的事物都是十分好奇。一把抓起正在翻包的小黑龙，我也是兴奋地将它举了起来。好了好了，不要再翻了，你也太活泼了。没想到我真的跨越了最弱到最强的那条鸿沟，你刚刚出生就这么强大，真不敢想象你升级后会有多强。说着我就抱着小黑龙狠狠地蹭了蹭。御龙是摆脱最弱职业指日可待了，不过该叫你什么名字好呢？小煤球、黑金刚。就在我想着小黑龙今后的名字时，被我抱在怀中的小黑龙突然伸出舌头舔向了我受伤的手。见此我也是一愣，急忙阻止起他：小家伙，这个不能吃。话锋一转，小黑龙的周身突然散发出阵阵龙力，而一直抱着他的我更是直接被这股力量给轰飞了出去。待到龙力将小黑龙完全包裹，一个长着龙角的女子突然从中走了出来。待到龙力完全消失，一位身材傲人的女子也呈现在了我的眼前。见此我也是瞳孔猛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黑龙竟然变成了人形。来了来了，人形小黑龙，他终于来了。看着眼前变成人形的小黑龙，身为主人的我也询问道：原来你还可以变为人形态啊。听到我这么问，人形小黑龙也是狠狠地点了点头，而我的属性面板也在契约小黑龙后获得了巨大提升。职业御龙师，等级十级，力量55，敏捷53，精神60，耐力60，御龙术可驯服龙类生物，龙爪可幻化手臂为龙爪，威力取决于当前龙宠，龙牙肌调动龙气发出威力巨大的一击，龙之鼓舞鼓舞自己和龙宠，提高 30% 全属性的攻击力。契约黑龙传说，等级一级，储值239龙币。看完系统上满满的技能，我也不由得滑落下一滴冷汗，果然和我想的一样，驯服了龙族，所有的技能都解锁了。龙之鼓舞可以强化自身和龙宠 30% 的全属性加成，单单是一条攻击力就已经远超了牧师的增益效果。龙牙肌本就是高伤害的攻击，而龙爪还可以幻化自己的手臂打出龙宠的伤害。不说黑龙幼崽，就看高出普通人五六倍的属性，现在就算是我亲自动手，也能碾压同级别的任何战斗职业。刚这么想着，我就点开了小黑龙的状态栏。契约黑龙，等级一级，力量342，敏捷267，精神359，耐力373，巨鳄强袭，高速突进后撕咬，对目标持续造成流血伤害，熔岩烈焰持续向前方喷出火焰造成伤害，同时治疗自己。黑龙血统受到所有伤害降低 50%， 免疫所有减疫效果，自我恢复能力提升 500%， 血气血脉相通，给御龙师提供龙宠 10% 属性加成。看完小黑龙的所有属性，我整个人直接石化在了原地。才一级的幼龙，这种技能和近400点的属性，人类根本无法企及，就算是相差20级的人类高手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正是血脉相通让我各项属性直接翻倍，难怪驯服成功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变强了。不愧是三大最强隐藏职业，不过再强的隐藏职业在龙族的面前也不会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毫无疑问，御龙师是最强隐藏职业。看了看身旁正在吃着蛋壳的小黑龙，我也不禁汗颜。虽然可以变成人形态，但是这家伙依旧是龙的习性，不过也不能老是小黑龙小黑龙的叫，还是得取个名字先。一条小黑龙，而且诞生在黎明前的夜里，一拍小黑龙的头：小叶，叫你小叶怎么样？闻言小叶也是肯定的熬了一声。看着他一直在吃蛋壳，我也询问道：是不是饿了？我们去找吃的吧。闻言小叶也是一脸渴望的看着我，看来也是时候去猎杀一些野怪来填饱肚子。既然有了小叶的加入，现在还不能就这样回去，决定我能否考入大学的试炼即将到来。很多同学都会把重心放在外出升级上，以前憧憬的南省状元奖励和龙国最高学府资格触手可及，即便已经如此，我也不能掉以轻心，提升等级熟悉技能才是首要任务。小叶，我们动身去山石平原的深处找吃的。龙族，一种一出生就有超乎常人的实力的种族，而当我成功契约小叶后，我的实力也有了质的提升，一跃从最弱职业变为了最强。当然我也没有懈怠着突如其来的惊喜，带着小叶就前往了山石平原，开始了刷级之旅。刚刚进入，一群似狗又似狼的野兽就从山谷中冲了出来，见到如此场景，我也急忙对其发动了鉴定之眼。平原猎狗，等级12级，猎齿撕咬，咬伤目标造成持续流血伤害，腐烂对目标造成疾病减疫效果，经验值389点。材料犬齿，价值95龙币。单凭属性，平原猎狗就已经比嗜血灰狐难缠了，不过那是对之前的我而言，之前我虽然赢了十级的嗜血灰狐，却也受了很多伤。不等我继续想下去，小叶突然腾空而起，一脸看食物的表情看着眼前的平原猎狗。见此我也笑道：你既然想去，那就去吧。闻言小叶也是不慢，一个弹射起步就朝平原猎狗群杀了过去。当然身为御龙师的我也没有选择观战，毅然决然地跟着小叶冲向了猎狗群，速度属性接近400，
仅是一息的功夫，小叶就已经来到了猎狗群的正上方。没有急于攻击，在抵达后，小叶直接昂首挺胸，猛吸一口气，熔岩烈焰发动，铺天盖地的恐怖火焰直接覆盖了整个猎狗群。系统也在不断的弹出经验值加380的弹窗。仅是短短两秒半的时间，我的等级就已经来到了11级，小叶更是连升2级，真不错。但是想要更快升级，还是得去猎杀那些精英怪物。一转矛头，我也看向了附近的洞穴。小叶，别管这些喽啰了，这边有个大家伙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察觉自己被发现，洞穴中的生物也从其中走了出来。三颅血尸，等级25级，咆哮，增加自身防御与攻击，践踏，在目标范围内造成大量伤害。三重烈焰，造成三次火焰范围伤害。经验值23790点。材料，血尸之牙价值800龙币，血尸之皮价值2570龙币。25级的精英首领，一般来说需要有个怪物猎人小队才敢接近，可是对于我这个已经契约了龙的御龙师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小叶，我们上。闻听此言，小叶也是肯定的熬了一声。眼见来者不善，三颅血尸也是发动了自己的咆哮技能，增益技能发动，紧接着三颅血尸就开始蓄力起三重烈焰。知道这个技能的可怕，我也叮嘱起身后的小叶，配合我打断他的技能，不要让他成功开出来。在肯定的应了一声后，小叶的周身也再次出现了唤醒时的龙气。当然我也没有闲着，直接掏出腰间的砍刀来到了小叶的身前，一跃腾空而起。眼见敌人依然在朝自己逼近，三颅血尸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没有理会这家伙的咆哮，化形结束的小叶直接将我拖了起来。巨鳄强袭发动，重新化为龙形的小叶一个俯冲就朝三颅血尸的方向冲了过去，头首齐上，一口咬住最中间的狮头，两只龙爪分别抓住剩余的两颗狮头。三颅血尸的三重烈焰直接被小叶打断，而半路从空中跳下的我也大笑道，好，小叶做得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龙牙击发动，我直接就朝三颅血尸的头颅上刺去，一声凄厉的惨嚎响起，三颅血尸瞬间被这恐怖的一击砸倒在地。而当我从空中落下，三颅血尸也在这时没了半点反应。陆凡，经验值加23790，等级提升至14级。黑龙，经验值加23790，等级提升至9级。见此我也被这恐怖的经验值给震惊住了，还得是精英怪啊，一下就升了这么多级。御龙师，一个只要有了龙就有无限潜力的职业，而自从有了小叶的加入，我的实力也是水涨船高，就连25级的精英首领都倒在了我和小叶的配合之下。好事一桩接一桩，次日的藏宝图也是成功发送。而看着藏宝图系统的出现，我也不禁汗颜，又是一张藏宝图，不知道这次的御龙师专属宝藏是什么东西。抱着对宝藏的无限遐想，我也和小叶一起踏上了寻宝之路。此时山石平原深处的某一片石林中，格叔，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真要这样错过吗？听到女孩的话，这位名叫孙格的战士也解释道，小姐，咱们这不是也没办法吗？这机缘秘境至少要五人才能开启，我们人数不够是打不开的。不过我建议让彩儿回江海市再带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秘境了。闻言，孙格口中的彩儿也拒绝道，不行，就算以我的敏捷，一个来回至少也得一天。听完彩儿所说，领头的秦秋也默默地叹了一口气，随即刷新的机缘秘境奖励比普通副本更好，但是只存在24小时，一天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见小姐这样，孙格也安慰道，小姐，您也不用这样患得患失，就凭您的实力，只要进了十大学府，肯定会提供秘境给您的。知道格叔是安慰自己，秦秋也解释道，你说的我都知道，就是太可惜了。不等他们继续商议下去，身后的动静也吸引了孙格的注意。随着孙格一声大喝，前行者彩儿和他几乎是瞬间挡在了秦秋的身前。是谁？赶紧出来！闻言，恰巧路过的我也是从石头后走了出来。不用紧张，我只是路过的，你们继续商量你们的。见我就一个人，孙格也提醒道，看你这脏兮兮的样子，小伙子，这里可不是材料猎人该来的地方。拍了拍格叔，为首的秦秋也是来到了我的跟前。你好，我们来自江海市秦家，我叫秦秋，虽然有些唐突，但请问你可以暂时和我们组队吗？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和我们一起进入机缘秘境，事成之后付你10万龙币的报酬，如何？闻言我也停下了即将离开的脚步。十万龙币吗？说着我内心也想到，能让江海首富秦家都想去的机缘秘境，最后的奖励肯定很稀有。听到我的询问，秦秋也肯定道，没错，只需要你凑够要求的人数就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拿到十万龙币。话已至此，站在秦秋身后的孙格也提醒道，这种好事可不是随便就能遇上的，走吧。闻言我却是不为所动，直接就讲出了马云的经典名言，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不过我们可以合作，按规矩来。听到我所说，他们四人也是齐齐的停下了脚步，我们没听错吧？按规矩来。彩儿更一脸不确定的询问起我，你是说你想要以实力的表现来分配秘境中的奖励？对此我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没错，就是这样。见我这样说，秦秋也盘算了起来，我们的平均等级在20左右，而他看起来比我们所有人都弱，对自己这么自信吗？还是说是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在做了一会儿思想斗争后，秦秋也是向我伸出了手，既然你想要合作，那我们就以合作的方式组队，以表示诚意，先前答应的10万龙币依旧算数。听到他这么说，我也不再提条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合作，就这么定了。随着合作达成，我们也是迈步走向了机缘秘境。荒郊野岭，在陌生人面前暴露小叶只会带来麻烦，早在察觉到这伙人之前，我就已经将小叶收入了系统空间中，现在也只能委屈小叶，等我拿到秘境奖励后再召唤你出来。
生意已成为本。在同意了合作的分配方式后，我也和秦秋的小队踏入了机缘秘境之中。机缘秘境，哀痛村，秘境等级20级，秘境难度困难，人数限制5人以上。只是刚进入秘境，秦秋就已经发现了秘境的不同。这村子太过安静，只能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闻言，身为前行者的彩儿也补充道，空气很沉重，迷雾里似乎没有生命的迹象。所有人都是紧握手中的武器，丝毫不敢懈怠，而见到我依旧是双手插兜。孙格也调侃道，小子，你两手空空，该不会没有装备吧？对此我却是淡笑出声，没有武器装备吗？既然你诚心问了，我也不介意装上一逼。抬手间龙气乍现，以我手掌为中心，龙气逐渐凝聚成型，形成了一把龙鳞剑。墨龙鳞剑，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御龙师、龙血战士。龙血铠化，令使用者部分龙化，增强龙化威力，力量加 65， 耐力加 30， 在打到三颅血师后正好触发高级藏宝图。而这把墨龙鳞剑正是高级藏宝图的宝藏。而看着我手中的龙鳞剑，孙格也不禁汗颜，小子，你这武器看着不一般啊，我之前还以为你是材料猎人呢，你这个年纪难道是刚转职的学生？完全没有理会。一旁的彩儿也不屑道，你管他做什么，合作归合作，他要是图谋不轨，我会立刻制服他。不等众人继续聊下去，一只腐烂到变形的人手突然从地底钻了出来。距离最近的孙格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危险吓了一跳。腐败丧尸，等级15级，经验值620点，材料腐败毒素256龙鳞，缠抱撕咬，纠缠抓闹目标并持续撕咬，尸毒，任何攻击都将传染尸毒，令目标持续损失生命，死于尸毒效果下的目标则变为腐败丧尸。牵一发而动全身，无数的丧尸从地底爬了出来，眼见目标是最边上的孙格，队伍中毫无存在感的骑士小甲直接就冲到了他的面前。冲撞技能发动，近在咫尺的丧尸直接被小甲给撞飞了出去。回过神来的众人在看见丧尸后也是立马做出了战斗的架势。孙格，战斗职业战士，等级28级，彩儿，战斗职业23级，前行者，还有那个把守传送门的骑士，队伍配置很合理，尤其是这个孙格，28级的战士，马上就要二转职业了。就在我思考之际，为首的秦秋也是蓄力起自己的技能，圣光星雨，汇聚能量迸发星光落雨，对范围内敌方目标造成神圣伤害，对己方目标产生等量治疗，无差别的攻击，伤害面积广的同时，还可以为自己一方治疗。在这样恐怖的攻击下，只在瞬间就淹没了腐败丧尸潮。见我满脸震惊，秦秋也解释道，这是我职业的特点，隐藏职业圣光法师，可以兼备攻击与治疗。当然，现在的攻击比法师伤害低，而治疗也比不上牧师。听完秦秋的话，我也恍然大悟，怪不得13级就可以秒杀15级的腐败丧尸，他的神圣系伤害对丧尸来说非常有效。圣光法师，一种法师和奶妈结合的隐藏职业，自带神圣属性，对诅咒系的伤害翻倍。13级的秦秋仅是一个技能就解决了数十只15级的腐败丧尸。好景不长，在丧尸被解决后，哀痛村的地面突然就发生了剧烈的震颤，无数腐败丧尸自地底爬出，当然怪物远不止此。刚刚那一击圣光星雨应该是惊动了地底的精英怪，听声音数量还不少。正如我所料，一只只肤色呈暗红的鲜血丧尸也自地底爬了出来。鲜血丧尸精英，等级20级，经验值840点，材料血尸毒囊910龙币，吸血撕咬，纠缠抓闹目标并持续撕咬，对目标造成伤害的同时治疗自己。尸毒，任何攻击都将传染尸毒，令目标持续损失生命的同时治疗自己。鲜血狂暴，进入狂暴状态，提升 40% 的力量与敏捷。见到一下出现这么多鲜血丧尸，孙格也厉喝道，是精英怪，彩儿保护好小姐和那个小子。小甲，和我一起顶上去，别被这些烂肉突破了前排。说着两人就朝丧尸堆冲了过去，骑士在前，战士在后，两人的配合堪称默契。小甲挡住攻击的同时，孙格也蓄力起大招，满月斩发动，孙格直接就朝最近的一只鲜血丧尸劈了过去，小甲也是紧随其后，突刺发动，瞬间就贯穿了眼前的鲜血丧尸。不过在攻击命中之时，两人也发现了异样，贯穿丧尸的武器根本没法拔出来。定睛看去，鲜血丧尸的肉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而新生的组织更是直接包裹了他们的武器。眼见计谋得逞，丧尸们也是立马释放了尸毒。见到如此场景，我也暗叫不好，尸毒需要牧师的清晰术才能解除，秦秋作为圣光法师可帮不了他。眼见自己的手臂即将被丧尸新长出的组织吞没，小甲也向孙格发出了求助。眼见小弟受伤，孙格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一把松开武器，径直就朝小甲的方向冲了过去。一把推开小甲的同时，孙格也吩咐道，彩儿，来前排替我抵挡丧尸。不等彩儿出声，一道男声突然响起，不用麻烦他，让我来。没错，说此话的正是身为御龙师的我。说着我就拿着墨龙鳞剑朝尸群走了过去。见到一个刚觉醒没多久的学生走向丧尸，反应过来的孙格伸手就想将我拉回来，臭小子，你疯了吗？快往后退。完全没有理会，手握龙鳞剑的我突然眼神一狠，直接就对眼前的鲜血丧尸发动了龙牙击，力量何其恐怖。只是瞬间，眼前的丧尸就被我劈成了两半，一转刀头我直接就在丧尸群中杀了起来。而见到我这副样子，场中的四人全部被震惊在了原地，28级的孙格更是止不住的流下了冷汗。见他这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我也拿起他的武器递了过去，别怂啊，我们还得继续前进呢。御龙职业恐怖如斯，我只是微微出手，
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数只精英级的丧尸。而看着我一脸淡然自若的表情，一把接过大剑的孙格也不由得询问起我，你到底多少级？刚转职的学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攻击力。闻言解除龙化的同时，我也解释道，我是个14级的学生，这一点我可没必要骗你们。为了大考试练才来山势平原的。听到我和孙格的对话，一旁在给小甲治疗的秦秋也暗想道，大考试练原来是和我同届的学生，不过14级的他居然比28级的格数攻击更高，这真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吗？就在他这样想着的同时，一只漏网的鲜血丧尸突然就从他身旁的泥土中窜了出来。前行者以敏捷著称，在发现丧尸的瞬间，彩儿就已经拿着武器来到了秦秋的身旁。小姐小心！不等彩儿攻击，我的身形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旁。见此，彩儿也是一愣，下一刻在众人呆若木鸡的表情中，我直接一剑洞穿了袭击的鲜血丧尸，拔出丧尸胸口的墨龙鳞剑。我也叮嘱起众人，村庄里的丧尸等级只会越来越高，前排的空缺我来补位，各位没什么意见吧？对此全员无言，而为首的秦秋却是爽快答应，那就拜托你了。同学，你和格叔在前排带队，我来照顾小甲哥，彩儿姐负责殿后，秘境守卫应该就在村庄里。听到秦秋的安排，我也是欣然接受，不过以后叫我陆凡就好。好了好了，既然安排好了，我们就继续深入吧。说着我就扭头朝哀痛村的内部走去，一把扶起被尸毒折磨的小甲。秦秋也在脑中怀疑起我的身份，难道他就是江海市中最近流传的那个人陆凡？传言中最近出现的隐藏职业御龙师，不过结合刚刚的实力应该不可能啊。如果真的是他，御龙师不应该是最弱职业吗？抱着疑惑，我们一行也是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机缘秘境哀痛村内。看着身后愈加虚弱的小甲，我也暗叫麻烦。秦秋的职业无法解除尸毒，离开的传送门只有打败秘境守卫后才会出现，必须尽快，否则这小甲会随着尸毒蔓延死在这里，还有可能变成丧尸。一路殿后，彩儿也发现了事情不对劲，村子里没有秘境守卫的痕迹，这到底怎么回事？就在众人抵抗丧尸寻找秘境的守卫时，一处突兀的房屋残骸也是吸引了小甲的注意。见此身患尸毒的小甲也艰难提醒道，孙大哥小心你的身后。说着他就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听到小甲的话，孙格也是立马撤了回来。也就在此时，房屋残骸中突然散发出一抹诡异的红光，距离最近的秦秋和孙格也是立马反应过来，齐齐朝身后看去，目光所及之处正有一只体型巨大的丧尸。铁夫丧尸，等级20级，经验值3720点，材料金属废料40龙币，尸毒任何攻击都将传染尸毒，令目标持续损失生命的同时治疗自己，融合吸收，吸收目标与自身融合，增加自身最大生命值。钢铁皮肤，进入铁夫状态，提升 40% 防御与耐力。机缘秘境，一种奖励远超普通秘境的神秘秘境。经过一路披荆斩棘，我们也是成功杀到了哀痛村的内部，而眼前这只由无数丧尸融合的金属怪物正是此秘境的守卫。而看着这铁夫丧尸一直盯着倒地的小甲，我也暗叫不好，小甲的尸毒已经严重到可以唤醒铁夫丧尸。对此我也急忙提醒起众人，大家抓紧时间击败他，他很有可能要融合吸收小甲。闻言孙哥也是不慢，直接就对眼前的铁夫丧尸发动了战士技能满月斩，28级的全力一击，可是砍在铁夫丧尸的身上却没能造成半点伤害。眼见铁夫丧尸还在步步逼近，我也不敢懈怠，急忙朝孙格的方向赶去。如果尸毒会一直吸引铁夫丧尸，那就没时间让他们慢慢攻击了。刚这么想着，我就对铁夫丧尸的一处头颅扎了过去。龙化伤害何其之高，只是瞬间就洞穿了这颗头颅。察觉有人能伤害到自己，铁夫丧尸也是不慢，直接就发动了钢铁皮肤技能，提升 40% 防御和耐力，本就刀枪不入的他更加难以伤害。眼见再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也发动了墨龙鳞剑的专属技能龙血铠化。与此同时，铁夫丧尸直接无视众人，径直就朝倒地不起的小甲冲了过去，融合吸收，吸收目标与自身融合，增加自身最大生命值。见此我也急忙吩咐起众人，秦秋用神圣系法术配合我，格叔和彩儿保护小甲。说话的同时，我手中的墨龙鳞剑也逐渐龙力化，而我的手臂也在这时化为了龙掌。听到我的话，秦秋也是立马发动了自己的圣光星羽，幻化完成的我也是紧随其后。龙爪幻化手臂为龙爪，威力取决于黑龙，本就克制丧尸的神圣技能再加小叶力量的一记龙爪，只是瞬间铁夫丧尸就被我和秦秋给拦了下来。待到圣光星羽的攻击特效完全消失，铁夫丧尸的半个躯体直接脱落在地，而附着在他体表的丧尸也在这时开始解体。见此孙格也分析道，看来这个铁夫丧尸是依靠不断融合吸收才变得巨大。闻听此言我也茅塞顿开，那就是说他的本体肯定是被包裹在其中的，现在的他还没有死。见到我的反应和对铁夫丧尸造成的伤害，孙格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在秦家这么多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高手，这小子绝对是隐藏职业。就在他这么想着的同时，附着在铁夫丧尸体表的外壳已经破碎殆尽，而头部的位置中，铁夫丧尸的本体也是暴露了出来。我的血肉，我要杀了你们！不等这家伙继续说下去，我直接就朝本体的方向冲了过去，大言不惭，肮脏的东西，给我跪下！说着我就一爪轰向了铁夫丧尸的脑袋。没了外部钢铁与丧尸的保护，现在的铁夫丧尸根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是一击就融化在了龙爪附着的龙焰之下。龙血铠化解除，铁夫丧尸也倒在了恐怖的龙焰之下。龙族生物何其恐怖，只是龙化一只手掌，
我就连跨数级击杀了一只秘境中的 boss， 而看着秘境守卫就这样死在了龙爪之下，下方观战的众人几乎是同时张大了嘴巴，秘境守卫就这么被打倒了，完全就是单刷呀。而看到我接连展现出的实力，秦秋也猜测起我的身世，从来没见过的强力技能轻而易举地干掉了二十级的 boss。 陆凡真的如传闻般是觉醒了最弱职业的人吗？将这些话藏在心里，在击败铁夫丧尸后也是凭空出现了一个宝箱，而看着宝箱出现，为首的秦秋也是走了过去。陆同学，我们会遵守约定，按照规矩来分配，之前大家并不熟悉，有些轻视你，是我们唐突了，还请你见谅。听到小姐的话，距离我最近的孙格也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小子绝对有能力单通这个秘境，现在倒是我们像是来凑数的了。也就在此时，秦秋也打开了铁夫丧尸的宝箱，而我们众人也停止了对话，一脸期待地看着宝箱的内部。力量药剂，消耗品，效果，使用后增加两点力量。解毒药剂，消耗品，效果，使用后消除尸毒，哀痛护腕，力量加16，耐力加17，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5。6瓶力量药剂，4瓶解毒药剂，再加一件哀痛护腕。机缘秘境的奖励就只有这些，有点太寒酸了吧。听到孙格和彩儿的话，我也是满脸疑惑，按道理来说20级的机缘秘境不可能只有这种品质的奖励。就在我扫视系统的同时，秦秋也是拿起一瓶解毒药剂递到了孙格的手上，格叔，麻烦快给小贾哥喝下。而在拜托完格叔后，秦秋也拿起哀痛护腕来到我的跟前，陆同学，这是你应得的，还有这些力量药剂和解毒药剂都收下吧。在接过护腕后，我也暗想到，本以为秦家会利用家事多拿好处，没想到居然这么守规矩，对此我也是欣然接受。待到我将这些东西收入背包，一旁的秦秋也是扫视起四周，奇怪，击败了 boss 但是却看不见传送门，这是怎么回事？也就在这时，彩儿也提议去四周找一下，不过就在众人准备散开时，发现意外的我也是急忙制止了他们，等等，先不要四处走动，这秘境有点不对。一瞅系统面板，此时的铁夫丧尸下面赫然多了一个骷髅头的标志，见此我也急忙提醒起众人，铁夫丧尸并不是最终 boss。 闻言孙格也是立马停下了脚步，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你有什么新发现？不等我回答，秦秋也是肯定了我的说法，格叔，作为圣光法师，我的确能感知到一种黑暗的存在。顺着秦秋的引导，我们也是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哀痛村的湖边，雾气笼罩，使得本就阴森的湖面显得越发诡异。也就如秦秋所说的一般，湖底正有一滩黑色的物体，其周围更是有着无数的触手。而在察觉到有人到来后，这些触手上的眼睛也完全睁开，察觉异样发生。我也提醒起众人，湖底的东西要来了，来了来了，哀痛村的最终 boss 他终于来了。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原本平静无波的湖面上突然窜出一条条布满眼睛的怪兽，就连系统的鉴定之眼都无法鉴别其属性，异变突起，实力最强的孙格也是挡在了众人的前面。陆凡说的没错，这应该就是最终 boss， 大家小心，躲到掩体后面去。在众人撤退的同时，孙格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朝众人追去的触手，不过这种情况仅仅只持续了2秒半，有着28级的孙格直接就被触手怪给拍飞了出去。见到如此场景，为首的秦秋也是慌了神，急忙查看起格叔的情况，不过不等他上前，触手上的眼睛已经将目光齐齐地看向了他这个圣光法师，一转矛头准备继续朝孙格杀去的怪手突然转向，径直就朝他这个威胁最大的人抓了过去。见此秦秋也没了办法，索性就将法杖挡在了面前，闭眼等起了死。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及时出现，一把就将秦秋给抱了起来。巨大的冲击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惯性，在将秦秋抱起后，我直接就利用惯性与触手怪彻底拉开了距离。见到小姐被救，众人悬着的心也是成功落了下来。可是不等众人查看伤势，湖面上巨大的水声也是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而当我们的目光转向湖面，正有无数条恐怖的触手从湖中拔地而起，待到触手全部出现，一颗巨大且恶心的肉球也被触手们从湖底拖了起来。定睛看去，肉球的正中心正有一个被锁链捆住双手的女性丧尸，哀痛怨尸，等级25级，首领难度困难级别，力量271，敏捷183，精神150，耐力266，尸气缠绕，哀痛怨尸无时无刻散播着尸气，秘境中所有生物均降低 20% 全属性，锁链鞭挞，抽动沉湖的锁链鞭挞目标，造成大量伤害，怨念爆发，爆发积攒的怨念，震退所有靠近的敌人并附带尸毒，无化之怨，受到火系和神圣系攻击时，降低 30% 受到的伤害及持续效果。见到真正的 boss 出现，众人也被眼前这巨大的怪物给震惊住了，虽之不敌，孙格也没有放弃，嘱咐道，小贾，到我身后来，我来拖住他。对此刚刚才服下解毒药剂没多久的小贾也坚持道，我还能战斗，我也来格挡。闻言孙格也怒道，身体刚恢复就不要逞强。不等几人继续说下去，怪手直接就朝孙格的方向拍了过来，长剑横握，孙格也是将攻击结结实实的拦了下来，我来拦住他，陆凡攻击就拜托你了。哀痛怨尸，一种怨念凝结而成的丧尸，而此次机缘秘境真正的 boss 正是一直沉睡在湖底的他。为保我有足够的输出空间，小贾和格叔也是站到了最前方，为我抵挡起怪手的攻击，深知两人都是在硬撑，现在也只能靠我来解决 boss 了。这哀痛怨尸仍是丧尸，既然是丧尸就好办，干掉他的本体一切就应该结束了。不过就在我这么想着的同时，哀痛怨尸的本体突然张开嘴巴，一道恐怖的声波以他为中心散发，而范围内的我们全部受到了负面 buff， 尸气缠绕，
哀痛怨尸无时无刻散播着尸气，秘境中所有生物均降低 20% 全属性。也就在他释放攻击的同时，一跃躲开怪手的攻击，我顺着捆绑哀痛怨尸双手的锁链就朝他的本体冲了过去。见此一幕，哀痛怨尸也是一愣，急忙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我的身上。眼见哀痛怨尸注意到了我，一旁的秦秋也是赶忙提醒陆同学小心铁锁，哀痛怨尸发现你了，终归还是晚了一步。就在我即将抵达他的本体之时，哀痛怨尸突然就发动了锁链鞭挞，而此时的我也没了着力点，径直从空中掉了下来。眼见我没了威胁，哀痛怨尸也转头朝孙格一行的方向发出了阵阵惨嚎，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众人艰难抵抗怪手的同时，两条锁链突然就朝人群拍了过去。尽管到了此刻众人也没有选择放弃，恢复了些许实力的小甲更是站到了台前，拿起盾牌就朝锁链迎了上去。冲撞与锁链的碰撞，盾牌也在这时出现了丝丝裂纹，彩儿也是紧随其后，拿起手中的弩箭就朝空中射了过去。与此同时的另一边，不断下落的我也是遭到了怪手的袭击，而彩儿的目标正是一直追着我不放的怪手，利剑划过径直就射入了怪手的掌心。见此一幕，准备奋起反击的我也是一愣，反应过来我也是急忙朝身后的人群看去，再这样硬扛下去他们会死的。放眼望去，抵挡锁链全部伤害的小甲也已经负伤，盾牌也在之前的碰撞中破损，现在整个前排的防御都已经交给了孙哥。见此我也不敢懈怠，一把抓住锁链的同时，猛地就朝下方的人群冲了过去。都闪开，龙牙姬发动，仅是瞬间就砍断了数只怪手。感觉到自己受到伤害，哀痛怨尸也发了狂，再次发动了锁链鞭挞，而这次的攻击只对我一人。见此我也不敢怠慢，一直躲避的同时，我也使用了墨龙灵剑的技能龙血砍化，待到化形完成我也没了顾忌，直接就发动了小黑龙全部实力的一记龙爪。龙爪挥舞，所及之处所有的锁链都被锋利的龙爪撕成了碎块，待到技能持续结束，对我们威胁最大的锁链也在龙爪的攻击下彻底变为了一块块废铁。见到就算是我也拿这只哀痛怨尸没办法，孙格也提议道，小兄弟，这只 boss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暂时撤退吧。闻言秦秋也赞同道，陆同学，我们不是对手，再拖你后腿我们都会遇险的。听完两人的话，我也吩咐道，格叔，你和彩儿带其他人先撤到村庄中，那里的丧尸已经被肃清干净，我来断后，你们赶快撤。见到秦秋一直恋恋不舍，一旁的彩儿也嘱咐道，小姐快走吧，现在的我们完全帮不上忙，只会影响陆同学。哀痛怨尸，哀痛村秘境的首关 boss， 军级20的小队拿他却没有半点办法。为了防止自己分神，我也让他们先行撤回了哀痛村的内部。不说现在哀痛怨尸全场减 20% 全属性，就算不减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让真正能配合我的来解决你。龙气乍现，我也将御龙师的专属召唤空间给打了开来，察觉其中的危险气息。哀痛怨尸也在这时发出了尖锐且刺耳的鸣叫。待到召唤空间完全打开，我也对着传送门中下达了指令，小叶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了。龙吟响起，传送门内的小叶在听到了我的话之后，几乎是瞬间从门内冲了出来，一口咬住朝我袭来的怪手，直接就对眼前的哀痛怨尸展开了攻击。而刚走没多远的秦秋众人，在听到龙吟和地面传来的震动后，也是纷纷朝我的方向看来，目光所及之处正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黑龙在与无数的怪手战斗。这是龙，陆凡这小子召唤了巨龙。与此同时，在有了小叶的帮助后，我的压力也是逐渐变小，前排一直攻击的怪手也在小叶的巨鳄强袭下尽数被咬断。而见到逐渐逼近的小叶，哀痛怨尸也是再次发狂，一个劲的发出刺耳的哀嚎，尝试下降小叶的全属性。对此小叶却没受到半点影响，一步一步的朝哀痛怨尸的本体走去。见此哀痛怨尸也发动了锁链鞭挞，不过仅是在发动的瞬间就被小叶的龙爪劈成了一块块的碎渣。而小叶的攻击远不止此，在战斗了长达两分半后，一直保护在哀痛怨尸周围的触手也被劈砍殆尽，哀痛怨尸的本体也在这时掉入水中没了半点动静。见到如此恐怖的巨龙，观战的众人也是五味杂陈，打败了，就这么打败了，两下就肢解了 boss， 这巨龙也太可怕了吧。比起众人大开眼界的心情，秦秋更加肯定了我的身份，江海市最近传闻中的那个人真的是他，御龙师陆凡。而见到我和巨龙如此亲近，一直不知道我身份的孙格也是惊讶至极，陆凡竟然可以召唤巨龙，这么说我们可以活着离开秘境了。迟迟没看见传送门的出现，我也看向了湖底喃喃道，传送门没有出现， boss 还没有死，现在想离开恐怕还有点早。不等众人询问，湖面上突然浮现出一抹人影，而人影周围的水面也在这时沸腾了起来。就在众人愣神的同时，湖面上突然掀起一丈数十米高的水花，而水花的中心正是已经被打得解体的哀痛怨尸。见此我们所有人都做出了战斗的架势，而一直只会乱叫的哀痛怨尸也在这时开口说起了话，为什么该死的明明是你们。哀痛怨尸第二阶段，等级25级，首领难度困难级别升至噩梦级别，力量271升至386，敏捷183升至249，精神150升至435，耐力266升至398，哀怨冲击释放怨恨的诅咒，低概率对目标造成即死伤害，若未触发即死则造成大量伤害并附加尸毒流血晕眩效果，深水囚笼驱使湖水形成囚笼困住目标，怨恨之躯免疫所有物理伤害，怨恨意志爆发怨恨唤醒秘境中所有死尸。你敢相信眼前这只哀痛怨尸在遥远的300年前还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出生在这里，
在教会的庇护下远离了危险的侵扰，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场瘟疫毁了这里的一切，尸体堆积在湖边，甚至来不及安葬就又有人死去。他迫切地想拯救大家，可惜天不为人愿，当时的他却转职成了黑暗女巫。他无法治疗垂死的病患，只能召来亡魂，让生者得以告别。好景不长，曾经庇护他的教会也带着士兵找上了他，把他抓起来。他就是带来灾难的女巫，在教徒的教唆下，他也被士兵用锁链困住了双手，而等待他的却是死亡。明明是他才让这些人和家人见最后一面，他也只是想拯救大家。直到被溺死的那一刻，他依旧没搞懂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在这种怨念的驱使下，他也变成了如今的哀痛院士。在解决掉哀痛院士后，哀痛院士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而难度也从困难级变为了噩梦级。见此一幕，彩儿握住匕首的手更是不由得颤抖了起来。 Boss 进阶了，这种程度的他我们绝对不是对手。就在他说着的同时，与湖水结合的哀痛院士也再次暴怒，谁都别想逃脱。话音至此，深水囚笼发动，一连四颗水球腾空而起，其目标正是站在湖边的我们。眼见攻击即将命中，小叶也是不慢，直接展开龙翼将我护在了其中，而深水囚笼的控制效果也在这时被小叶的黑龙血统抵消。比起我的情况，彩儿的情况就差很多，水球在接触地面之时瞬间就变为了一道道水流，将彩儿牢牢地困在了其中。见此，孙哥也是第一时间拿起大剑劈向了水流，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哀痛院士的怨恨之躯免疫一切物理伤害，现在的他根本没办法打破水龙。见此，彩儿也放弃了，完了根本破坏不了水龙。小姐，对不起。闻言，秦秋也是瘫软在地。不，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是我执意要来这个秘境，是我害大家被困在这里。就在他打算继续说下去时，我突然打断了他。都到这一步了，你们这难道是打算要放弃？闻言，秦秋也解释道：只有我会魔法攻击，但以我的这点伤害，就连现在困住彩儿的囚笼都无法破开。比起秦秋的单纯，孙格立马就理会了我话中的意思。Boss 免疫所有物理伤害，眼下的情况我们自身都难保。陆凡，该不是你还会魔法攻击吧？也就在此时，哀痛院士的攻击一次接一次的朝我的方向打来，可是在小叶的庇护下，攻击没能对我造成任何的负面效果，所有的效果全被小叶的黑龙血统给抵消掉了。而在自我恢复能力提升 500% 的情况下，哀痛院士打的伤害还没有小叶恢复的快。同时我也回复起身后观战的秦秋众人，我不会魔法攻击，但是火地龙宠会。闻言，众人也是向我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御龙师虽然是隐藏职业，可是你与 Boss 的等级相差也太多了吧。对此我却是淡然一笑，不用担心，龙的属性可不是人可以比较的。说着，我的手中就开始汇聚起一阵阵金光。见到一直没对我造成伤害，湖中的哀痛院士也进入了狂暴，哀怨冲击跟不要钱一样朝我的方向射来。可是在小叶那几乎变态的黑龙血统下，依旧没能对我造成半点伤害，索然无味。我也在此时发动了御龙师的技能龙之鼓舞，自己和龙宠全属性提高 30%。 小叶的数值一跃来到了一个恐怖的状态。小叶等级9级，力量968升至1258，敏捷767升至997，精神959升至1246，耐力976升至1268。有了恐怖的属性加成，我也让小叶发动了熔岩烈焰技能，技能仅是触碰到哀痛院师的瞬间，笼罩在哀痛院师周围的湖水就尽数被蒸发，伴随着凄厉的嘶吼，哀痛院师也被淹没在了龙焰之下。黑龙血统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50%， 免疫所有减疫效果，自我恢复能力提升 500%， 四位数的属性面板。小叶仅是一击熔岩烈焰就解决了第二阶段的哀痛院师，而见到此幕，观战的几人也是被这恐怖的龙虫给震惊住了，完全是以碾压的姿态获胜，这场面堪比天灾。而在烈焰的炙烤中，哀痛院师的躯体也逐渐破碎，与死网破之际，哀痛院师也发动了最后的余热，怨恨意志爆发，怨念唤醒秘境中所有死尸。在开启最后的技能后，哀痛院师也被烈焰彻底吞没，待到哀痛院师的身形完全消失，一个金色的宝箱也出现在了他的下方。而经过这一战，小叶的等级也来到了10级，我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5级。随着 Boss 的消失，传送门也是出现在了地图中。不过哀痛院师最后掀起的烟雾也是笼罩了整个哀痛村，不等众人休息，烟雾也起到了它该有的作用，村内的尸体全部复活，尽数就朝我们的方向涌了过来。不等众人战斗，幻化为人形的小叶径直就朝尸群的方向冲了过去，熔岩烈焰发动，尸群瞬间就化为了一道火海。见到和巨龙同样的技能，孙格也是怀疑起了人生，他难道就是那条巨龙？为什么可以幻化为人形？比起孙格的震惊，秦秋更是五味杂陈，我们之前奋力砍杀的丧尸，他居然这么轻易就解决了。就在他们目视着小叶单挑尸海时，我也解释道，他就是黑龙小叶，小叶对付这些喽啰就像玩闹一样。说着我就扭头走向了宝箱。秦同学， Boss 已经解决了，不必再这么紧张，分配奖励后我们可以准备离开了，依照规矩我先来挑选，没有意见吧？闻言，秦秋也是凑了过来。不，我们怎么会有意见？在征求了众人同意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打开了宝箱。圣光权杖，精良品质，等级要求10级，精神加32，耐力加19。圣光封印，令使用者驱使光芒束缚目标，束缚时长取决于自身精神属性。薄暮，精良品质，等级要求10级，精神加35，耐力加15。流光，令使用者驱使光芒制造一个保护自己的屏障，屏障可吸收的伤害量取决于自身精神属性。哀痛戒指，稀有品质，等级要求15级，精神加57，耐力加21，力量加12。
哀痛光环，可指定任意目标获得哀痛光环。携带光环者释放任何攻击都将附加怨气值，怨气值累计满10将会使攻击目标附加失毒、流血、晕眩的负面效果。转职卷种：稀有品质、消耗品。效果：引导非隐藏职业以低概率转职为当前职业的上位隐藏职业。一扫所有奖励，我也选择了性价比最低的转职卷种。见到我选择这个对自己毫无作用的卷种，秦秋也惊讶道：陆同学，你不用刻意让着我们，毕竟按照规矩来说，这些都是你的。闻言我也解释道：我也不是在装绅士，毕竟精神属性的装备更适合你，但这转职卷轴我很需要。听我说完，秦秋立马就跑到了宝箱面前。要不是遇见了你，大家可能都会死在这里，至少请你收下这个。说着他就将另一件稀有品质的哀痛戒指递到了我的跟前。白送，不要大逆不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我也满脸笑容的接过了戒指。见到我毫无贪念，秦秋也在这时正式起舞，暗想道：陆凡，你还有什么没展示出来的呢？还真是让人猜不透啊。随着哀痛怨师被打败，我的外出历练之行也接近了尾声。而在和秦秋众人告别后，我也是在当天的傍晚赶回了家中。听到我说起一路上的遭遇，小姨也是吓得不轻。这太危险了，光是听你讲都感到后怕，这几天你居然遇到了这么多危险。说着小姨更是不自觉地哭了起来。你一声不吭的就走了，我这几天都没合眼，我好怕现在是做梦。我怕梦醒了你还没有回来。知道小姨的心情，我也向小姨道起了歉。对不起，没有和你商量就擅自去了城外。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说着我也擦了擦小姨眼角的泪水。画面一转，韩珂也将手放在了小叶的头上。还有你小叶，刚见到你时吓了我一跳，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居然是强大无比的巨龙。感受到小姨散发的善意，小叶的尾巴也在这时刷刷刷地拍起了地板。见小叶这副样子，韩珂也凑到了小叶的身前。这几天肯定没吃饱过吧，饿不饿？小姨给你做饭吃。听到韩珂所说，小叶也是猛点了几次头。而在高兴之余，我也拿出了之前从宝箱中获得的转职卷者。小姨，这是我专门挑选的副本奖励，为你准备的。如果你转职成了隐藏职业，就不要一直守着这家包子铺。见到我拿出这个，小姨也推辞道：小凡，这太贵重了，我可不能用，我们干脆把它卖了吧。你刚说你把武器装备留给了秦家大小姐，卖了这卷轴给你买两件装备，这样大考试炼时你的成绩能更好一些。对此我却是姗姗一笑，直接就拿出了银行的转账记录。小姨，我不缺钱或者是装备的。龙国江海银行，账户名陆凡，入账金额 289,463， 账户储值 289,702。 见此小姨也是满脸震惊，这么多钱，小凡你是哪里来的？对此我也解释道：我把这一趟收集的很多材料都卖了，一起的秦秋同学还答应了10万的报酬。小姨相信我，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为钱发愁了。说着我就将转职卷轴再次递了过去。收下吧，最好是现在就用了。没了顾忌，小姨也是接过了转职卷轴。好，小姨现在就用。转职卷轴发动，整个房间中顿时被转职的光芒所覆盖。随着转职卷轴的消失，本就风韵犹存的小姨在光芒的照射下更加的妩媚。待到转职卷轴完全消失，我也询问起小姨成功了没有。此时转职完成的韩珂也清晰地感受到了职业的变化。成功了，我成为了厨师上位的隐藏职业附魔烹饪师。我有个附魔烹饪的技能，可以做出有各种各样加成的食物。就在我和小姨分析这附魔烹饪师的效果时，小叶已经在楼下的包子铺中吃饱喝足，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起来。战斗职业，每个龙国人都想拥有的职业。而作为最强的隐藏御龙师，短短数天时间我就好揽28万龙币。而在结束了秘境之行后，秦秋也向自己的父亲说明了这路上遇到的一切。听到女儿的话，秦山海也是疑惑至极：你是说这个名叫陆凡的御龙师召唤了一条强大的黑龙救了大家？对此秦秋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是的，都是我的任性让大家差点丧命。陆凡他太强了，都是隐藏职业，但是我和他就像萤火与月亮的差距。闻言秦山海也晃了晃手中的红酒杯，询问道：龙的事情你没有和其他人说过吧？听到父亲这么问，秦秋也是一愣：没有，回来的时候和陆凡有过约定，龙的事情绝对不会从秦家出去。听到女儿这么说，秦山海也是扭过了看向窗外的头：你做得很好，一旦这事透露出去，那些对龙的力量垂涎欲滴的人能有几个会保持冷静？听到父亲的话，秦秋也是从沙发上猛地站了起来：爸，他救过大家的命，你不会对他的龙有什么想法吧？见女儿胳膊肘往外拐，秦山海也大笑了起来：哈哈哈，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倒是你，准备怎么答谢陆凡的救命之恩呢？听到父亲的话，秦秋也说道：我在邀请他加入小队时，答应了一笔10万的酬劳。听女儿这么说，秦山海这个做父亲的也是长叹了一口气：哎，这样吧，明天你带一张紫金卡，亲自登门道谢。见父亲这样，秦秋也询问道：啊，你那么好奇陆凡，不和我一起去吗？对此秦山海也为难道：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想去见见这个御龙师的，不过明早我有安排了。太齐国的小公主要来龙国留学，就在我们的江海市，生意上常有往来，还是要迎接一下，不好推脱的。次日清晨，一个身穿洛丽塔手握黑色法杖的女孩和一个身穿黑色重铠手握长枪的男人突然来到了江海市，没有立即赶往市区，小女孩也顺着男人的指引来到了老城包子铺的店门前，按响门铃。门内正在忙碌的韩珂也是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了门前：要买包子吗？不好意思，今天休息。见到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包子铺，小女孩也不确定地询问起身后的黑甲男：真是这里，
你不会是带我来到了垃圾场吧？听到公主的话，黑甲男也解释道，属下不敢，据调查的确是这里没错。见到两人自说自话，韩科也是从门中走了出来，可是不等他询问，黑甲男直接一把推开了韩科，内心毫无波澜。小女孩也询问起倒地的韩科，本公主是来找人的，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陆凡的御龙师？听到楼下的动静，我也是从楼梯中伸出了头来，有人找我。在看见满地的包子和刚刚从地上爬起的小姨后，我也是飞快地从楼上跑下来。而出身高贵的小公主在进入包子铺后也泛起了自己的傲娇，满是令人作呕的气味，完全没有理会她。我径直就来到了韩科的面前，询问起他的伤势。见到我的到来后，小公主也询问起我，你就是陆凡，本公主赏光专程来找你一趟。听到这家伙的话，我也是扭过了头，公主找我，你们是谁？听到我的询问，黑甲男也介绍起自己身旁的公主，这位是太齐国公主金珠，我是公主的随从崔红泰。待到崔红泰介绍完，金珠也是直奔主题，本公主来找你是给你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听到他这么说，我也是一脸纳闷，出人头地？见我满脸疑惑，金珠也自说自话起来，没错，成为御龙师心里一定不好受吧，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他就是你的。说着崔红泰就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箱子，而箱子的正中心赫然摆着一颗龙蛋。第二次见到龙蛋，我的心中也充满了震惊，而见到我的表情，小公主金珠更加觉得事情好办了，开口道，怎么样，惊讶吧？条件很简单，我要你成为我金珠的奴仆，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得违抗。眼前这位身穿洛丽塔的公主，不远万里来留学，竟随身携带一颗龙蛋，而这颗龙蛋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只需要我成为她金珠的奴仆，这颗龙蛋就归我了。而见我满脸惊讶，金珠也向我说起了龙蛋的来历，这是本公主在甲龙巢穴中获得的奖励，正是这世上唯一的一颗龙蛋。完全没有理会小公主说什么，我直接就对眼前的龙蛋发动了鉴定之眼。见我久久不出声，金珠也一脸自信地扭过头来，说不出话了，没见识的家伙看到这么强大的龙被吓到也是应该的。甲龙蛋，等级一级，力量72，敏捷67，精神35，耐力133。肩甲，甲龙天生富有坚硬外壳，受到的任何属性伤害均降低 10%。 横扫，挥动巨尾对扇形范围内的目标造成伤害。看完系统的概括，我也被这低的可怜的属性给震惊住，这是比亚龙种还低级的地龙种，这甲龙也就耐力还能看，还有你管这玩意儿叫龙？心里妈卖批，脸上笑嘻嘻，我也委婉起来，对，属性是挺不错的。没有继续和金珠对话，我转头就安慰起小姨，别担心小姨，我去打发他们。见我毫无波澜，金珠也是满脸懵逼，这人真的知道他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吗？居然不懂龙蛋对御龙师意味着什么。刚这么想着，他就跟我解释起龙蛋的重要性，一个御龙师没有龙那就是废物，没错吧？只要成为我的奴仆，就能成为历史都没有记载过的最强职业，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兴奋呢？对此我也满脸哄小孩的表情，是挺兴奋的，但是我拒绝。闻听此言，小公主直接当场石化在了原地。在硬控长达两秒半后，小公主也怒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是在拒绝成为我的奴仆，拒绝成为书写历史的御龙师。见这小女孩依旧胡搅蛮缠，我也露出了正容，你们来找我如果就是为了这件事的话，那就请回吧。龙蛋，我没兴趣，成为你的奴仆开什么玩笑？见我这副嘴脸，一旁的狗腿子崔红泰也怒了，厉喝道，公主亲自给你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你竟敢对公主出言不逊，不识抬举的家伙。面对这家伙的话，我更是满脸不屑，机会抬举，别逗了，我不会做任何人的奴仆。眼见我油盐不进，从小被宠到大的小公主也拿出了自己的架子，崔红泰，给我狠狠地教训他。听到主子发话，崔红泰也是摩拳擦掌走上前来，见到马上就要打架了，韩科也是立马挡在了我们两人之间，二位请等等，先别动怒，小凡的确不想这样，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不等韩科继续说下去，崔红泰一拳就砸在了他的脸上，公主有令，闪开，被战斗职业的一拳命中，韩科瞬间就被打倒在地。见此我也是急忙扶住了小姨，而硬吃一拳的韩科也在这时捂住了受伤的脸，没事，小凡，我没事。与此同时，崔红泰也走向了我们，区区平民还敢忤逆高贵的太齐国公主，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说着崔红泰就朝我的方向挥出了拳头，早就察觉身后的危险，在嘱托小姨不要着急起身后，一股龙气突然从我四周蔓延开来，根本不给崔红泰近身的机会，龙气瞬间划过他的脸庞，并留下了一道血痕。而正准备继续动手的崔红泰也在这时被一把龙鳞剑抵住了鼻子，对我的家人动手，我会杀了你。听到我的话，地上的韩科也是急忙阻止起我，而见到崔红泰退了回来，一旁的金珠也催促起他，你干什么？我是要你狠狠地教训他，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中华传统良好美德。面对太齐国两人的胡搅蛮缠，我也是展露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为了给小姨报一拳之仇，我也将目光投向了一旁只是崔红泰的金珠。还有你，我不管你是哪国的公主，闭上你聒噪的嘴，带上你的垃圾离开这里。说着我就一巴掌抽在了小公主的脸上，14级御龙师的力气何其之大，小公主直接被一巴掌给掀翻了过去。见到我对主子下手，一旁的崔红泰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举起长枪就朝我的后背扎了过来，你这个下等人，敢对公主动手。不等这家伙继续说下去，一把抽出龙鳞剑，我径直就朝崔红泰的长枪迎了上去，仅是碰撞的瞬间，一股巨力直接就将长枪给打飞了出去。眼见自己也不是对手，
崔宏泰也是急忙来到了倒地的金珠面前。公主，您没事吧？不等这家伙继续问下去，倒地的金珠突然一巴掌抽在了崔宏泰的脸上。你这个废物，你看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说的激动，小公主的面容更是狰狞无比。你去给我杀了他，就算再也找不到玉龙师，我也要他死。就在两人对话的同时，我也拿出龙鳞剑做出了战斗的架势。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正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小叶也是被我的手机铃声给吵醒。久久没人接通，拨来电话的秦秋也是满脸纳闷，奇怪，没有人接。一起回城时交换的号码，难道是我记错了？就在他这样想着的同时，旁边的墙壁突然坍塌，而正准备询问路人的他也是吓了一跳。待到烟尘散去，动静也是吸引了不少周围的居民与路人，而引起墙壁倒塌的崔宏泰在足足滑出数米后才险些稳住身形。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有外国人闹事。见到周围围满的人，小公主金珠也厉喝道，看什么看，下等人都快点滚开。在应接我的几次攻击后，崔宏泰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公主，这家伙属性不低，属下无能。见此，小公主的脸庞更加狰狞，废物，居然被一个龙国人打成这样，那就让本公主来帮帮你。说着，小公主就手握法杖开始了技能施法前的吟唱，一道道阴森的灵力自小公主的周身四散开来。而见到此幕，我也猜测起小女孩的职业，这法术就像秦秋的极端反面，看来这家伙也是个隐藏职业。说曹操刘备道，手握圣光法杖的秦秋也是穿过人群来到了我的跟前。陆凡，这是怎么了？就在我疑惑他怎么会来到这时，身后的崔宏泰突然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当我们齐齐朝他看去时，金珠周围散发的灵力突然就朝崔宏泰的身上涌了过去，一股压力扑面而来。我也在时感受到了崔宏泰身上的气息有着明显变强。崔宏泰，30级，战斗职业，守护骑士。金珠，15级，隐藏战斗职业，灵巫师。有了金珠灵巫师的加持，崔宏泰的实力也是水涨船高，不过这也使得崔宏泰变为了怪物。而见到崔宏泰的目标是我，秦秋也是站到了我的身前。陆凡，我来帮你。见到这幅场景，我也是一惊。在我惊讶之余，崔宏泰也向我发起了攻击，一把拽开秦秋的同时，我也嘱咐道，别过来，去店里帮我照顾小，显而又显得躲开崔宏泰的攻击。我也暗叫不好，这怪物的攻击力变得好高，看来得使用龙之鼓舞配合龙爪才能与之对抗。见到我吃瘪，金珠也大喊痛快，对，就这样把他杀了，本小姐才解气。听到公主这么说，崔宏泰也是拔出了插在地底的长枪。我承认你确实很强，可是有了公主的增幅，你必死。话说一半，一声玻璃破碎的响声突然打断了一切。当众人朝头顶看去时，一位黑丝马尾辫的少女突然从天而降。而见到有人欺负主人，小叶也在这时充满了怒火，皮肤上也渐渐出现了龙鳞的图案。见此，小公主脸上也充满了震惊。这感觉，这难道是真正的龙？刚这么想着，一只巨大的黑龙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而我也在这时淡笑了起来。该轮到我来解气了。来了来了，小叶的救场他终于来了。面对小叶真实形态，金珠与崔宏泰二人也是吓得不轻，没有丝毫手软。黑龙形态的小叶径直就朝两人的方向冲了过去。30级2转的崔宏泰，仅是在接触的瞬间，直接就被小叶一记龙爪拍翻在地，口中鲜血狂喷。始作俑者金珠更是被这恐怖的余波轰飞数米之远。公主，救我！见到崔宏泰如此狼狈，倒地的金珠也是不可置信，怎么可能？一击就打败了崔宏泰，这怎么可能啊？不过缓过来的他也是艰难爬起身子，再次拿起了法杖。坚持住，你个废物！边骂的同时，他也发动了灵巫师的技能，可技能才刚刚蓄力，一声龙吼突然打断了他。恐怖的压力扑面而来，金珠顿时被吓得蜷缩了起来，手中力道再强3分。被疼痛唤醒的崔宏泰也开始了挣扎，放开我，你这只蠢龙，恭敬不如从命。小叶抬起爪子就将崔宏泰一把扔了出去，力道何其之大，崔宏泰直接就体验了一次贴地飞行的感觉。待到身体完全停下，崔宏泰也艰难地爬到了金珠的身前。公主，对不起。见到30级2转守护骑士的打成这副样子，金珠也开始慌了，这力量一定是巨龙，除了我们金家，居然有其他的龙存在。不等这家伙继续想下去，一道声音突然响起，金珠公主，你在想什么呢？你不是要杀了我解气吗？来呀，见到是我的到来。金珠直接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得颤抖了起来。你别过来，离我远点，你们袭击了我的侍从，把他打成了重伤，还羞辱我，威胁我，你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你就是太齐国的公敌，恶人先告状就算了，到了此刻还在拿那不值一提的背景做盾牌。对此我也是呵呵一笑，握紧了龙鳞剑就朝金珠的方向走了过去。金珠公主，你是在恐吓我吗？见我满脸杀气，金珠也慌了，你想干什么？察觉我内心的愤怒，小叶也是十分配合，直接蓄力起自己的熔岩烈焰。而我也在这时举起了龙鳞剑，别说你是什么太齐国公主，就算你是神明，我也要加倍奉还。技能蓄势待发。也就在此时，一道洪亮的声音突然自空中响起，陆凡，快住手，来人正是秦山海。此时的他身骑狮鹫，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我们的方向赶来。见到是自己的父亲，秦秋也是急忙提醒，爸，危险，小心，小叶不要啊。听到未来女主人的话，小叶依旧不停。而此时的秦山海正骑着狮鹫挡在小叶的正前方，祸不及他人。我也在此时一刀砍断了金珠的法杖，并收回了龙鳞剑。小叶停下吧。听到主人的话，小叶也将口中正在汇聚的火焰给一口吞了下去。挡在小叶正前方的秦山海也捡回了一条命。在跳下狮鹫后，秦山海也嘱咐起我，
周围还有不少的居民。陆凡，你快把巨龙收回去吧。而站在小叶的正前方，施救和秦山海同时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这就是真正的龙，果然不同于亚种，光是靠近都能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见我无动于衷，秦秋也来到了我的跟前。陆凡，按我爸说的办吧，请相信我们。未来老婆开口哪有不满足的道理。在呼喊了一句小叶后，小叶也是回归了人形态，一把拉住我。秦秋也将我拉离了战斗的正中心，而秦山海也在这时来到了瑟瑟发抖的金珠身前。金公主，您还好吧？我刚去机场接您了，没想到您在这里。秦家的司机马上就来，先接你们去医院吧。年纪不大脾气大，面对太齐国公主的胡搅蛮缠，我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暴露了自己御龙师的实力。在秦秋将我拉走后，秦秋也向我说起了昨晚和父亲谈论的事情。听完秦秋的话，小姨也不安地抓住了我的肩膀。秦秋说他的父亲可能认识这位公主，或许有办法解决冲突。听到小姨的话，我也拿不准主意，我有种预感，这家伙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就在我们谈论的同时，处理完金珠后的秦山海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跟前。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了解了，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个烂摊子，可真有你的呀陆凡。对此我也是一脸讪讪，对不起，秦先生给你添麻烦了，不过这件事可怪不得我。见到秦山海的到来，小姨一脸忐忑，秦先生，小凡今天这事最后会怎么处理啊？闻言秦山海也是不紧不慢地拿出了一支香烟。金公主和崔先生，我已经派人送去医院了，我们终归需要给金家一个交代。这金家不仅涉足商业，在太齐国高层也有不小的话语权。听到秦山海所说，小姨也慌了，对方来头这么大，又确实被小凡打了，我怕小凡会因此受到惩罚。听到这儿我也打断道，就算他有天大的权力又如何，我可不会因为一颗龙蛋出卖了尊严。不等我继续说下去，秦山海突然满脸笑容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哈哈哈，有气节，好样的，我很欣赏。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有办法让陆凡全身而退，但是光靠我是办不成的，所以我有个条件。闻言我们所有人都对秦山海投去了希望的目光。什么条件？听到我的询问，秦山海也不继续卖关子，直言道，在大考试炼中拿到男省状元，而在这期间我会尽量帮你拖延金公主，直到你参加完大考试炼。听到父亲的话，秦秋也补充道，陆凡，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整个男省的优等生数不胜数，男省状元的争夺必定布满荆棘。闻言秦山海也继续道，但是只有你超过他们拿到状元，我才能帮得了你。听到两者的话，我也正视起秦山海，我明白了，我接受这个条件。与此同时，江海市的某一处医院中，整个楼道都充斥着金珠的抱怨，禁止喧哗显得是如此的无力。那个叫陆凡的还没抓起来，秦山海分明在偏袒陆凡。闻言电话另一头的下属也回答道，公主息怒，我们马上联系龙国高层，必要让他们解决这个陆凡。听到太齐国的回复，金珠的脸上也是更加狰狞，最好如此，给那个家伙施压，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叫陆凡的，我要让他死。次日中午，大考试炼如期举行，历练了一个月的学生们也重新聚集在了学校之中。而就在学生们讨论着这一个月升了多少级时，一道身影突然吸引了他们全部人的目光，随之而来的就是嘲笑与阴阳怪气。那个就是陆凡吧，我还以为他回家卖包子去了呢，尖子生转职成废物，没院校要他，还来参加试炼干什么呀？对此我却是一脸淡漠，这令人怀念的闲言碎语，现在我可懒得和你们这群井底之蛙一般见识。时间飞逝，校长也开始了此次大考试炼。同学们请安静，我宣布南省大考试炼即将开始。来了来了，大考试炼终于要开始了。在等待开始的同时，我也回想起这几天的收获。自从我达到15级后，系统每天赠送的藏宝图我都没有使用，只可惜全都是中级藏宝图。如果将这三张合成高级藏宝图的话，应该能为大考试炼做准备。就在我这样想着的同时，一道声音突然自我身后响起，陆凡，你也来参加大考试炼了。转头看去，正是我的地中海班主任。是啊，老师，我必须参加，这几天也提升了不少实力。说着的同时，老师也递过来一块刻着符文的石头。不错不错，一定要好好努力。来，这是你的传送石，一把接过。系统也将传送石的效果概括了出来。试炼传送石，试炼秘境内使用石传送至天梯塔第一层，天梯塔内使用石传送至试炼秘境平台。看完系统的概括，地中海老师也嘱咐起我，陆凡，老师相信你的战斗意识未必比其他职业表现差，但职业的重要性太大了，虽然是考试，任何的失误都会让人受伤甚至丧命，尽量和同学组队试炼吧，实在不行就用传送式退出，不要为难自己。在送走老师后，我也想起试炼的规则，组队分数会分摊给队友，我要的可不是通过试炼，而是第一名，组队是定然不可能的。就在我愣神的功夫，一道女声响起，陆凡，回头看去，正是和我一样参加大考试炼的秦秋。好巧啊，这是你的队友。听到我的询问，秦秋也介绍起身旁的女子。是啊，这是我的闺蜜，你可以叫她桃子，实力相当强大。陶小满，战斗职业剑士。在互相打过招呼后，秦秋也是羞涩开口，那个陆凡，你愿不愿意跟我们组队一起试炼？听到秦秋的话，陶小满也是一脸纳闷，不等他询问秦秋为什么，我急忙摆手，对不起了，我打算单人参加，我知道你想帮我，但这是我自己答应的条件，我先去考点集合了，你们一会儿可要好好发挥啊。见我拒绝，秦秋也是失落至极，以陆凡的实力来看，谁和他组队都会拖累他吧。就在他这样想着的同时，陶小满也是凑了过来，小秋，你为什么邀请一个最弱的职业组队啊？一扫刚才的失落，秦秋也看向了我离开的方向。不，他很强，不管你信不信，今年南省状元一定是陆凡。
发现闺蜜的异常，陶小满也调侃起秦秋：“小秋，你瞎说什么呢？你该不会是喜欢上那个玉龙师了吧？”闻言，秦秋也是飞快地跑开：“去去去，别瞎琢磨。”画面来到另一边，在拒绝了秦秋的组队后，我也是迈步进入了试炼的考点中。龙国南省江海市大考试炼秘境，初次来到此秘境，我也被这秘境的壮观景象给震惊住了。这就是试炼开始的地方吗？不等我继续欣赏，一道全息投影出现在了所有学生的正前方。各位考生请注意，天空中的传送门分为四个级别：普通、困难、恐惧和噩梦。每次开放时，选定该级别的考生使用传送时即可进入天梯塔。普通级别的天梯塔内均为投影，不会受到致命伤，分数倍率为 0.9。 从困难级别起都是真正的怪物，用传送时退出时分数可以保留，分数倍率为1。与普通难度不同，大部分的学生都选择了困难难度，毕竟难度再高会送命，只有隐藏职业才会去。恐惧级别的怪物会更凶猛，不建议单人挑战，别惦记着队友会分摊分数，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分数倍率为3。校长刚介绍完，一道爽朗的笑声突然自传送门边响起，而我和秦秋也被这笑声所吸引。校长，你在看的对吧？这次最高分必将由我拿下。红武，隐藏战斗职业14级，气功师。就在这家伙狂笑不止的同时，陶小满也开口了，他就是一中第一高手，南省前五的红武。闻言，秦秋也是一愣，那个气功师可攻可守的全能职业，现在还是单人挑战，看来这次是遇到麻烦了。算了算了，我们也该上了。见到红武选择恐惧级难度，不少知道这人的考生都是气急败坏，完蛋了，有红武在，我们的排名只能靠后了，肯定是比不过他，早知道选低难度了。大考试炼正式开始，就在考生们选择自己要前往的试炼难度时，大考试炼校长室中看着屏幕上传来的考生情况，一中的校长也在这时大笑了起来，哈哈哈，红武这小子可是我们一中最厉害的学生，拿下状元那是势在必得。我看秦先生的女儿秦秋也不错，依我看这丫头怎么也得排前三吧。瞥了一中校长一眼，三中校长也是长叹一口气，暗想到可惜了，陆凡要是他觉醒的是其他隐藏职业，未必能让一中出尽风头。也就在这时，与中校长一起坐在屏幕前的秦山海也开口了：“各位校长，对于这个第一名，我倒是有个好苗子，很看好。”一指屏幕中的我，陆凡，三中的玉龙师。闻言，三中校长也是一脸疑惑：“陆凡，怎么是他？”听到秦山海的话，一中校长也是捧腹大笑：“学生们都传走了，就他还没进天梯塔，难道他这是要弃考？”秦先生别开玩笑了，玉龙师有什么可期待的？看看我们一中的红武，已经到达第四层，排名第一了。见到我依然还在等，三中校长也是满脸惊讶：“不是要弃考？”他这是在等最后一个传送门。闻言，一中校长也停止了大笑：“你是说他选择了噩梦试炼？这噩梦试炼有进无出，这学生未免也太自信了吧！”见到我拿出试炼传送时，校长是再次震惊：“他疯了吗？这个玉龙是会丧命的。”老白，快叫停！大考试炼难度噩梦，分数倍率 9.9。小伙子，挑战过噩梦难度的人没有完整回来的，还请三思。不等校长继续说下去，我已经被传送进入了噩梦试炼当中。见到我已经进入，场外的三中校长也是如遭雷击：“上一个挑战噩梦试炼的人还是8年前了，被凶兽分食，死状凄惨。”见到是三中的学生，一中校长也训斥起三中校长：“真是胡闹，你们三中就没普及过大考试炼的规矩吗？这玉龙师肯定没戏，秦先生的眼光还需要提高啊，这孩子和红武根本没法比。”对此，秦山海也是不怒，翘着二郎腿，一脸平淡地看着屏幕：“是啊，还是好好期待下天才气功师的表现吧。各位校长，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不如我们先看看再做推断。”见到秦山海依旧淡然自若，三中校长也是转头看向了他：“秦先生，为什么你会这么相信他？”没有继续问下去，一滴冷汗也自校长的脸颊滑落。莫非陆凡他契约了传说中的巨龙？画面一转来到噩梦试炼的内部，在经过长达2分半的传送后，我也是成功进入了噩梦试炼的第一层。要不说这里是噩梦试炼，仅是天梯塔的第一层，雾气中就有不下于10只魔物。拿出随身携带的墨龙鳞剑，一群黑棕狼也是自雾气中走了出来。黑棕狼，等级10级，撕咬，咬伤目标造成流血伤害。叶豪，所有友方目标全属性增加，技能冷却重置，没有丝毫停歇。在黑棕狼出现的瞬间，他们露出獠牙就朝我的方向杀了过来。经过一个月的历练，我也是丝毫不慌，拿起龙鳞剑就朝他们迎了上去。终于要开始了，龙牙机发动，只是接触的刹那，数十只黑棕狼就瞬间被秒杀。随着黑棕狼的死亡，一则提示也浮现了出来：噩梦试炼天梯塔第一层已通关，分数加990。提示出现的同时，前往天梯塔第二层的大门封印也在这时开始消散。见到这一幕，校长室正在观战的各位校长顿时被惊掉了下巴，一中校长更是震惊地站了起来：“一击秒杀，这个陆凡怎么回事？简直强得离谱，他的属性明显高过他这个等级的水准。”听到两位校长的话，三中校长也是更加认定了自己的猜测，难道他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龙？2年无人踏足的噩梦试炼难度，现如今我却当着众校长的面直接速刷了第一层，一击秒杀，这陆凡怎么回事？就在各位校长为我的实力感到震惊时，一名身穿风衣手拿皮箱的男人也出现在了监控室的门外，猛地推开监控室的大门，来人也打断了在场的所有校长：“失礼了，我是龙都特使钱雄，这次打扰各位校长是为了带一个人回龙都接受调查。”
说着他也摘下了戴在头顶的帽子。御龙师陆凡，他在哪里？前雄，战斗职业57级，二转剑士。与此同时的噩梦天梯塔内，在劈开一众碍事的荆棘后，我也打开了藏宝图系统宝藏的面板，找到了，就在这里。在进入试炼秘境前合成的高级藏宝图，宝藏的地点就在噩梦天梯塔的第一层。看完系统的提示，我也开始在荆棘堆中翻找了起来。在翻了足足两秒半后，我也从中取出了一本厚厚的技能书，以获得技能加速成长。加速成长稀有品质，效果使用后学会被动技能加速成长。加速成长提高 100% 自己宠物的经验值获取量。没有丝毫犹豫，我直接选择了使用加速成长。这个被动技能非常适合小叶，离开哀痛村的时候就觉得小叶升级太慢了，这个被动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与此同时的监控室中，看着屏幕中的我，钱雄也是缓缓开口，白校长，陆凡作为你校的学生，我需要你立即中断他的试炼，把他传回这里。见到钱雄上来就是如此强硬的态度，白校长也没惯着他。特使大人，就算有天大的事也得等学生大考结束再说吧，我作为三中校长可以代为处理。闻言钱雄也皱起了眉头，代为处理你可没法带他接受处罚。听到处罚二字，众多看戏的校长也凑了过来，一个刚觉醒没多久的学生怎么会有龙都的处罚，这个御龙师到底做了什么？就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同时，秦山海也是一把抓住了钱雄。老钱，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借一步说话，一把甩开秦山海。钱雄依旧强硬，请不要干扰我执行任务，别和我套近乎。秦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袒护那个御龙师，但我提醒你一句，在插手之时，金家和龙都高层都会不高兴。说着他就推开了秦山海，如果你明白了就离开这里。白校长，把人带过来吧。不等钱雄行动，秦山海也是缓缓地点燃了一根香烟。老钱，龙都高层和金家的关系和太七国的影响其中确实很复杂，但陆凡的秘密一旦公开，高层和金家都将不再重要，今天谁也带不走陆凡。我说的，见秦山海这样，钱雄也拿出了自己的官威，什么秘密，胡说八道，违抗特使的命令，你这是以下犯上。一把抓住钱雄，秦山海也是一步不退，就算说我以下犯上，那我也认了。秦山海，战斗职业57级，二转骑士。见到秦山海这样，钱雄也没了办法，开口警告道，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呈递龙都高层。见到两位争执不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白校长也坐起了和事佬。特使，秦先生，都冷静一下吧，万万不能影响大考试炼。完全没有理会白校长，钱雄也询问起秦山海，为什么你会为这个陆凡做到这一步？一瞟监视器上的影像，秦山海也反问起钱雄，能让龙都高层和金家跳脚的陆凡，他的秘密你难道不好奇吗？一眼看向显示器上的景象，钱雄也是一惊，这个陆凡选择的是噩梦级别。画面来到天梯塔内，在成功找到技能书后，我也是来到了通往第二层的大门前，本想试试靠自己能平推到第几层，既然有了这个被动，还是早些召唤小叶获取经验吧。刚这么想着，我就抬手打开了传送门，出来吧小叶。眼前这个男人本可以对我的事情置之不理，现如今却为我挡下了龙国与金家给予的全部压力。与此同时，随着我的召唤，小叶也以巨龙的形态从传送门中被召唤了出来。而此时的监控室中，在得知了我进入的是噩梦级天梯塔后，钱雄也充满了震惊，敢挑战噩梦难度，这个陆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一指显示器，一中校长也是缓缓开口，刚才你没看见他一招就秒了第一层的所有魔物？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龙吼响起，正准备继续问下去的钱雄也是一愣，急忙转头看向了屏幕。当他们看清屏幕上传来的景象时，所有人全部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龙，第二次见到小叶的真实形态。秦山海也是回味不绝，虽然已经见过一次了，但再次看见还是这般震撼啊。与此同时，小叶在出现的瞬间直接就开始了暴力通关，一拳就轰碎了前往第二层的石门，而场外的秦山海也在这时站到了屏幕的正前方。各位，他的秘密你们都看见了，没错，他就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有龙的御龙师，亲眼见到巨龙。早有预料的白校长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陆凡他真的驯服了巨龙。就在众人愣神的同时，我和小叶已经以极快的速度通关了噩梦试炼的第二层。见到我和巨龙的配合，场中的各位校长再也坐不住了，这就是龙族的力量，照目前的情况，没有三转的职业完全无法对抗，太可怕了，等级升高后岂不是足以推平一个国家？时间转瞬即逝，而我也和小叶以极快的速度通关到了噩梦天梯塔的13层，考核分数也来到了恐怖的 58,500 分，位居第二的红武也才 27,550 分，而从一开始看到现在的白校长也不淡定了，不光是龙，你们注意看陆凡这孩子的实力变化，他的各项数值肯定都超过了100，就算现在的他不召唤巨龙，他也能稳居江海市第一。见到众人的变化，秦山海也看向了钱雄，老钱，看到现在你还要把陆凡带给龙都高层吗？见到我的表现，一直强硬的钱雄也泛起了难，今天我大开眼界了，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敢得罪金家了。听到钱雄的话，秦山海也扭过了头，既然如此，我拷贝一段陆凡大考的视频发给老师，以后陆凡和金家的瓜葛就不劳烦特使了，请回吧。闻言钱雄也是一惊，老师，你说的难道是那一位？听到钱雄的话，秦山海也回过了头，没错，镇北后途径。与此同时，就在众校长闲谈的功夫，我也连通树关来到了天梯塔的20层。随着我的进入，守关的 boss 也带着一众小弟走了出来。黑暗祭祀，等级15。
黑色诅咒，降低目标所有属性 50%， 提升己方目标所有属性 25%， 融入黑暗，将自身及目标拉入阴影，持续15秒，免疫一切攻击，黑暗控制，统领黑暗骑士，可驱使黑暗骑士为自己而战。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 boss 堪称无解，降低属性的同时强化己方，而且还拥有无敌的技能。不过可惜遇到的是我。摸了摸小叶的下巴，小叶也是心领神会，张开大嘴就蓄力起熔岩烈焰，技能蓄力完成，熔岩烈焰瞬间就笼罩了整个天梯塔第20层，只是一瞬间20层的魔物就全部被击杀。第20层已通关，黑龙等级提升至11级，陆凡等级提升至16级。与此同时，天梯塔的排名我也以9万的高分位居榜首，红武则以 31,050 分位居榜二，秦秋和陶小满以 16,900 分并列第三。巨龙，一种实力远超于人类的物种，而随着小叶的加入，我的分数排名也一跃来到了第一名。短短一个小时过后，恐惧试炼的第50层中，经过不断的苦战，红武也是成功通关了这一层，一路披荆斩棘，红武也是第一次感到了乏力，真够倒霉的。今年大考试炼真是变态，这种怪物至少也该在70几层吧。在擦了擦脸颊的汗珠后，红武也释怀了，无所谓了，要难都难，和我争第一的也只有秦秋，他还是组队试炼，就算到这儿分数也要比我少一半，这次南省大考状元非我莫属了。刚这么想着，他就朝着天空大笑了起来，外面的校长都在看我的表现吧，现在就联系十大学府的负责人准备录取我吧。就在这家伙狂笑不止的同时，此时的校长监控室中，所有的校长加外来人员几乎都围在我的监视器前，丝毫没有关心其余考生的情况。天梯塔第50层，历届南省状元都在这一关栽过跟头。听到白校长所说，一中校长也一脸审视地看向了屏幕，这层可是分水岭，这个陆凡就算通关了，之后的速度也不会多快了。画面来到噩梦天梯塔内，一路速通，我也是来到了噩梦第50层。而在小叶达到11级后，系统面板上也多出了一个形态转换的技能，形态转换幼龙形态，全属性与能量消耗减少 50%， 龙女形态，因血气而变化的形态，毁灭巨龙形态，力量减少 50%， 精神增加 100%，获得新技能，万物焚尽，熔岩爆裂，灭世者形态，精神减少 50%， 力量增加 100%， 获得新技能，撕裂大地，灾厄咆哮。就在我看着系统的陈述时，原本平静的地面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而小叶也在这时警惕地看向了四周，紧跟着山体倒塌，一脸三道巨大的岩石巨人也呈现在了我的眼前。紫金山脉巨人，等级20级，山脉之外，挥动岩壁横扫面前所有目标，造成大量伤害，山崩地裂，跃起山脉之躯，重重砸向地面，造成大量伤害，并伴随3-5次余震，为山崩地裂伤害的 10% 到 35%。 紫金岩受到的魔法伤害降低 50%， 免疫破甲效果。见到三只这样的 boss， 校长室内的白校长也为我捏了一把汗，三个噩梦首领这怎么打。见此，一中校长也是长舒一口气，我就说嘛，50层这个分水岭肯定会让陆凡攀登天梯塔的速度下降。而看到我那六位数的排名分数，一中校长也在这时眉头紧蹙，陆凡的成绩江海市第一已经稳了，南省状元很有可能也是他，如此有潜力的学生怎么就不是我一中的呢？与此同时的天梯塔内，山脉巨人在看到有敌人后也是第一时间向我展开了攻击。看完这家伙的全部概括，我也是姗姗一笑，果然到天梯塔的一半了，难度比之前拔高了一大截，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好好大闹一场吧。小叶，随着我话音落下，小叶直接就一拳拦下了山脉巨人的攻击，试试你的灭世者形态吧。闻言小叶也是不慢，在回应了一声后，龙瞳中顿时就涌现出了磅礴的力量，龙气呈现，刚刚还与之交锋的山脉巨人直接就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给掀翻了过去，龙气由下至上，原本呈现赤红的龙爪也在此时变化成了盔甲的暗黑色，龙翼也从最初的熔岩色化为了水晶一般的龙焰，待到变化完全结束，此时的小叶已经完全变为了一尊暗红的灭世者，黑龙形态切换灭世者，力量1456升至2912，敏捷1104，精神1424降至712，耐力1503，已解锁新技能大地碎裂，已解锁新技能灾厄咆哮。见到小叶变换形态的这一幕，整个校长室中无一不震惊，什么，这条龙还可以变换战斗形态？就在白校长惊讶的同时，紧盯屏幕的秦山海也不由得滑落出几滴冷汗，还有这样的变化技能，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来了来了，小叶的灭世者形态他终于来了。就在小叶对抗两只山脉巨人的同时，身为巨龙主人的我也是遭到了山脉巨人的偷袭，一跃躲开的同时，我直接就施展了对自己和小叶都有加成的龙之鼓。小叶力量2912升至3785，敏捷1104升至1435，精神712升至925，耐力1503升至1953，没有任何停滞，在我技能施展的瞬间，小叶直接就对眼前的山脉巨人发动了巨鳄强袭，一口嘎嘣脆，山脉巨人直接被这一口咬了个粉碎。见此，一中校长也开始怀疑起人生，20级的 boss 一口就这么碎了，还有王法吗？比之一中校长，白校长就冷静多了，能咬碎紫金山脉巨人的防御，这一击的力量一定超过了2000点，
就在几人分析这战局之时，落单的我也再次遭到了山脉巨人的袭击，险而又险的躲开。这次的我也没有继续躲下去，直接就施展了全部加成下的龙爪技能。受灭世者的影响，幻化的龙爪也在此时呈现出灭世者的暗黑色，一爪拍下，剧烈的爆炸瞬间就将山脉巨人给吞没。见到我和巨龙展现出的实力，秦山海也看向了想强制带我走的钱雄。老钱，看着陆凡的实力，现在是不是觉得幸好我阻止了你带走他？对此，钱雄也是顿感无语，冷汗一滴接一滴的冒着。画面来到天梯塔内，凭借着强悍的肉身，山脉巨人也是顽强的存活了下来。眼见敌人即将对我下手，小叶也是直接发动了灭世者附带的灾厄咆哮技能。灾厄咆哮发出怒吼，对范围内所有敌方目标造成大量伤害，并附加脆弱效果。怒吼响起，所有的山脉巨人瞬间受到冲击。眼见自己脱离险境，我也吩咐起小叶，这最后一击就由我来收场吧。不等我动手，小叶的身形直接掠过了我，猛地一掌就朝地面拍了下去，大地碎裂，冲击地面，对范围内波及到的目标造成大量伤害，敌方目标有概率落入蔓延的深渊裂隙，深渊呈现，一连三只山脉巨人也就此落入了深渊之中，三只 boss 被秒杀，小叶的等级也一跃来到了12级，而我的等级也升至了17级，看着等级又提升了，我也不禁感叹了起来，又升级了，选噩梦级别果然没错，不仅难度对我没有障碍，只要一层层刷下去，经验肯定能提升不少。看着传送门出现，没有任何犹豫，我就带着小叶前往了天梯塔的51层。见到50层的 boss 被我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秦山海也在此时看向了一中校长。看来所谓50层这个分水岭，对陆凡来说好像没什么困难。对此，一中校长也触及了知识盲区。龙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没想到这巨龙居然这么强。就在他们说着的同时，白校长也询问起了钱雄：“钱特使，你在龙都见多识广，不知你能否看出这巨龙改变形态后，力量属性到底增长到了何种恐怖的数值？”对此，钱雄也放下了自己的架子，转而想起了自己在龙都见过的大人物。我曾在龙都见过一位大人物出手，如果以此威力对比的话，这条龙改变形态后的力量属性至少也在2500点以上。闻言全场震惊，2500点，那我们的等级和属性在他的面前岂不是不值一提？比起一中校长，白校长就冷静得多，和我之前预想的差不多，恐怕这只巨龙的属性只会多不会少。察觉自己有些失态，一中校长也开始转移话题，既然他已经通过了第50层，那么 X 加1的模式也会逐渐明显。听到一中校长口中的 X 加1，秦山海也是满脸迷惑。见到秦山海这样，白校长也跟他解释起来， X 加1模式是最早设计试炼天梯塔的学者制定的，在考生通过第50层之后，每通过 X 个有大量普通怪物的层就必定会遇到一个首领层，这让试炼更像真实的秘境，考生随时都会处于会丧命的危险中。只不过在噩梦级别的天梯塔中，不管是 X 还是 1， 全部都换成了噩梦难度的 BOSS。噩梦天梯塔第50层已通关，而接下来我将面对的则是成几何倍增长的怪物。噩梦级别 X 加1模式遇到的首领级 BOSS 将不止一只，属性更是成倍增长。听到白校长的话，秦山海也点燃一根香烟缓缓开口，听着的确很难，不过大家看看陆凡，对于陆凡来说，他完全不需要思考什么 X 加1这种事。与此同时的天梯塔内一路过关斩将，我和小叶也以极快的速度击杀了70层的守关 BOSS。 黑龙等级提升至13级，陆凡等级提升至18级，虽然通关速度不减，但是此时的我也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每关 BOSS 的强大。可以看出天梯塔自50层开始之后的设计就越来越难，不过有灭世者小叶在，这大考根本不需要任何通关思路。刚这么想着，我也吩咐起身后的小叶：“小叶，跟上我，我们一起通关了天梯塔100层。”看着我那恐怖的通关速度，监视器前的白校长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才过去十几分钟，陆凡就已经到了70层了。闻言，一旁已经被巨龙冲垮认知的一中校长也是缓缓开口说：“实在的，今年的天梯塔设计已经是往年中最难的一次了，我本怀疑这样的设计究竟有没有人能闯过第80层，但现在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短短十几分钟过去，我和小叶也是速通到了天梯塔的第83层。面对守关 BOSS 蠕虫的突然出现，我直接就给自身施加了一层龙血铠化，小叶正面对抗，而我则对蠕虫的身体展开攻击。在一龙一人的通力配合下，蠕虫也是败下阵来。黑龙等级提升至14级，陆凡等级提升至19级。与此同时的校长室中，看着不断速通的天梯塔层数，白校长也是喃喃开口：“往年不少的天才都是为了通关奖励不断逼迫自己接近极限，结果大多数都耗尽一切死在了大考试炼中。”闻言深吸一口的秦山海也是缓缓开口：“想想也是，都到七八十层了，只差一点就能拿到大考的最终奖励，没人会乖乖退出吧？一指排行榜第一的我。”白校长也是满脸激动，陆凡不同，他很可能是近十几年来唯一能通关100层的考生。听到白校长的话，一中校长也阻止了他：“且慢，虽然每层的首领不如原版秘境中的强大，但别忘了第99层的难度可高的离谱。”不等一中校长继续说下去，一旁的校长也是打断了他：“大家快看，陆凡来到第99层了。”闻言，一中校长也是瞪大了眼睛：“什么？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快？”画面来到噩梦试炼，
短短十几分钟过去，我也来到了天梯塔的第99层中。与其他层数出现在各种场景不同，这层更像是某个已亡国家的王城。而随着我的走过通道来到大厅，此时我面前的高台上正有着四道漆黑的身影，定睛看去赫然是四位无头骑士。也就在我看向他们的同时，墙面上本是熄灭状态的蜡烛也在此时通通燃了起来，一道诡异的妖风也在此时充斥了整个大厅。如墙上的蜡烛一般，本是呈现躯壳的骑士也在这时被一股幽蓝色的火焰所充斥。来了来了，噩梦试炼第99层的守关者他终于来了。蔑视无头骑士，等级55，蔑视贯穿，长枪骑士突刺4至8次，击中目标可附加贯穿效果，额外造成 400% 伤害。蔑视反击，任意骑士受到伤害时将触发长剑骑士的反击。蔑视雷霆，双剑骑士附魔雷电效果，增加攻击速度并附加雷电伤害。蔑视斩首，巨斧骑士锁定目标，当该目标生命值低于 75% 时立即杀死该目标。骑士誓约，四骑士共享生命值与防御力，并提升生命值与防御力 400%。 见到拥有这样属性的四骑士，我也不敢大意，急忙做出了战斗的架势。来自破碎国度的无头骑士，这个秘境的名气非常大，所有的秘境都源于真实历史，就像哀痛村的形成，破碎国度则是数百年前亡灵军团入侵，国王被杀后所形成的。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一直念叨着弑君者的四骑士也对我展开了攻击。斧骑士一马当先，举起手中的巨斧就朝我劈了过来。斩首，直接斩杀生命值低于 75% 的目标。在躲开骑士攻击的同时，我也思考着对付他们的办法。生命值共享，最稳妥的通关方法就是激活一个控制其他的。在我没有控制技能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来硬的。四个全都解决，手握墨龙灵剑，没有任何犹豫，我直接就冲向了四骑士。眼见我打算近身肉搏，枪骑士也是快速做出反应，直接就朝我的方向释放了贯穿，而我也没有避其锋芒，直接与其枪尖碰撞在了一起，当当当的声响不绝于耳。待到其技能释放完毕，我也找准机会，一刀就斩向了四骑士其中的一位骑士。尽管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可也只是在骑士的盔甲上留下了一道微乎其微的裂痕。见此，我也皱起了眉头。这么硬，龙鳞剑竟然都没办法将其斩断。就在我攻击完成的瞬间，大剑骑士也举起大剑来到了我的身后。蔑视反击触发条件达成，大剑骑士直接就朝我猛劈了过来，一把举起龙鳞剑。我也在此时迎上了大剑骑士。眼见大剑骑士被我拖住，我也不敢耽搁，直接就呼唤起了自己的最强外援。就是现在，小叶！龙吼声响起，一只巨拳从天而降，直接就一拳砸向了大剑骑士。巨大力量袭来，早在城外埋伏的小叶直接就将城堡轰了个粉碎。见到计谋得逞，我也是高兴开口，干得漂亮，这下就少了一个麻烦。不等我继续高兴下去，手持双剑的骑士直接就朝我的方向猛冲了过来。雷霆发动，附加上了一层雷电 buff 的双剑骑士直接就朝我所处的方向开始了猛烈进攻。碍于雷电的属性，刚刚才占据些许上风的我也再次进入了防守状态。而就在双剑骑士牵制我的同时，斧骑士和枪骑士纷纷朝我包围了过来，两道攻击接踵而至，不过在即将命中时都扑了个空，一跃来到大厅的半空。我也为这几位骑士的配合能力感到震惊，不能再这么继续和他们耗下去，我要尽快前往第100层。小叶，准备解决他们。闻言，小叶也是不慢，直接就蓄力起自己的范围技能熔岩烈焰，熔岩呈现，整个城堡顿时被恐怖的熔焰所充斥。熔岩烈焰持续向前方喷出烈焰，造成伤害的同时治疗自己。面对四骑士的围攻，我也不再隐藏，直接就号令小叶使出了最强的范围技能熔岩烈焰。在熔焰的炙烤下，刚刚还勇猛无比的四骑士顿时变得举步维艰。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恐怖的熔焰直接吞没四骑士，并将其彻底烧成了灰飞。第99层已通关，黑龙等级提升至15级，黑龙已获得新技能大灾变，陆凡等级提升至20级。见到小叶技能面板上多出的大灾变，身为主人的我也不禁感叹了起来，不愧是小叶，仅仅提升3级，结果又获得了新技能。这下好了，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层试炼了。与此同时的监控室中，见到巨龙秒杀了四骑士，各位校长再也坐不住了。噩梦级大考最后一关的大门被敲开了，数十年以来从未有考生能走到这一步。听到一中校长所说，秦山海也是一脸讪讪，诸位，看来今天我们要见证历史了。就在秦山海说着的同时，白校长也是一脸不安地盯着眼前显示器上传来的画面。第100层的试炼难道是破碎国度吗？如果真是这样，恐怕根本就没想让考生通过吧。与此同时的天梯塔内，迟迟没见传送门出现，我也来到了四骑士守护的空王座之上，一把握住王座上插着的长剑，没有任何顾忌，我直接就将其给拔了出来。就和我想的一样，第100层果然跟着王座有关系。随着长剑被拔出，我所处的空间中也出现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空间漩涡。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之时，手中的长剑突然碎裂，直接化为一道道流光融入到了漩涡之中。察觉有危险的气息，我也在此时抬头再次看向了王座。这就是噩梦天梯塔的第100层吗？完整的破碎国度秘境，放眼望去，王座之下正有密密麻麻的士兵，本已经被击杀的四骑士也再次守护在了王座的边上。而此时的王座上也多出了一道手持大剑的身影，随着敌人完全呈现，一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噩梦试炼第100层开启，亡灵军团人数500家。画面来到王座，蔑视大帝，等级60级，首领难度噩梦级别，
见到这样数量的敌人出现，我也是急忙查看其小叶新获得的大灾变技能。大灾变三段伤害技能，毁灭巨龙引爆飞过的区域，造成大量伤害并附加燃烧，结束时俯冲向目标区域，造成大量伤害并再次引爆燃烧区域。总的来说就是飞了爆，爆了飞。灭世者形态的小叶已经用了这么久了，现在也是时候见识下另一个形态了，毁灭巨龙的威力和新技能了。小叶，最后一关了，让我们一鼓作气拿到大考奖励吧。听到我的话，小叶也是发出了一阵龙吼以表答应，手握墨龙灵剑。我也在此时对准了王座上的灭世大帝。小叶，切换到毁灭巨龙形态。闻言小叶也是不慢，龙吟声响起，一道道龙焰也自地面全部涌向了小叶的身体。龙焰拂过，原本呈现金石色的龙衣也在这时被火焰所充斥，而变化远不止此。龙焰一路向上，直至彻底围绕小叶身体时才彻底停下。黑龙形态切换，灭世巨龙，力量 1484， 敏捷 2055， 精神 7202， 耐力 2903。来了来了，小叶的毁灭者形态他终于来了。见到小叶的形态变化，监控室中也再次迎来了惊讶。这巨龙还有第三种形态，熊熊烈焰，陆凡居然还有这样的底牌。与此同时，见到敌人来犯，四骑士中的大剑骑士也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守护君王，全军出击。听到大剑骑士的话，场中的亡灵士兵们顿时就兴奋了起来，一个个悍不畏死，拿着武器就朝我和小叶的方向蜂拥了过来。对此我也不怂，小叶，准备挑战来自破碎国度的整个亡灵军团。说着的同时，我拿着龙灵剑就朝亡灵军团的方向冲了过去。听到我话的瞬间，小叶也是紧随其后，张开龙翼就飞向了亡灵军团，手持龙灵剑所向披靡，我直接就在亡灵军团中乱杀了起来。在我乱杀的途中，小叶也是成功抵达了亡灵军团的正上方。见此，我也急忙命令起小叶：“小叶，就是现在，释放大灾变！”就在我说完的瞬间，小叶也是心领神会，直接发出了一阵恐怖的龙吼。而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地面逐渐开裂，眨眼的功夫，剧烈的爆炸就出现在了战场的各个地方。而此时的小叶也彻底展开龙翼，翱翔于亡灵军团的上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龙焰拂过，亡灵军团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焚烧殆尽。见此一幕，所有的校长都瞪大了眼睛，这技能真的是考生能掌握的吗？整个亡灵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就在小叶疯狂击杀小兵的同时，我也没有闲着，直奔王座的方向就冲了过去。眼见我的目标是王，四骑士也不敢怠慢，齐齐就朝我杀了过来。僭越者，在君王前跪下，四骑士终归还是四骑士，面对他们的攻击，我依然没办法硬撼。在躲开攻击的同时，我也呼喊起自己的原主，小叶，来这里。察觉主人有难，小叶也是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我的身前。大灾变发动，恐怖的龙焰瞬间就从小叶的四周激射了出去。仅是在一瞬之间，刚刚还虎视眈眈的四骑士就直接被秒杀。再次见到此幕，场外的校长依旧还能感觉得到震撼。四骑士再次被秒杀，就连最难的一层试炼都不能试探出陆凡的真正实力吗？就在白校长说着的同时，一中校长也看向了我的分数排行榜，98万分，30年没破过的百万分数。这一步之遥，陆凡莫非真能拿到大考的奖励？闻言白校长也是淡淡开口，今年可是最难的一届大考，奖励肯定不会吝啬，至少有三件稀有品质打底。就在校长们谈论着今年的百万分奖励时，我也解决完所有的士兵来到了王座之前，杂鱼都收拾完了，现身吧，最后的 boss。来了来了，大考试炼的最终 boss 他终于来了。听到我嚣张的发言，灭世大帝也从王座上站了起来，渺小无知的莽夫。在他说着的同时，他也握着手中的巨剑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面对60级的 boss， 我也是丝毫不慌，开启龙爪的同时，我也吩咐起身后的小叶，小叶准备释放万物焚尽。见我到现在还想反抗，手握巨剑的灭世大帝直接就朝我劈了过来，凭借龙化的双臂，我也将其攻击给硬生生的接了下来。见我与灭世大帝已经开始交手，小叶也不敢怠慢，直接就对灭世大帝释放了万物焚尽。万物焚尽，毁灭巨龙煽动双翼，释放四道火焰龙卷风，对波及到的目标造成大量伤害。仅此一击，60级的灭世大帝瞬间就被袭来的龙卷风给扇飞了出去，直到飞出数十米，才凭借手中大剑艰难地抵抗住了狂退不止的身形。待到灭世大帝完全停下，看着自身不断散发出的黑气和身体中逐渐失去的血量，完全没把我放在眼中的灭世大帝也是一惊，怎么回事？就在他为此感到疑惑之时，目睹全过程的我也举起了手中戴着的 iPhone 戒指，发现自己变得虚弱了吗？而见识我的手段，灭世大帝也愤怒了，卑鄙的伎俩。说着他就再次冲向了我所在的方向，对此我也是丝毫不慌。小叶，万物焚尽第二段，万物焚尽二，毁灭巨龙煽动双翼，汇聚所有火焰龙卷风产生剧烈爆炸。听到我话音的瞬间，小叶直接将场中所有的火焰龙卷风都汇聚到了灭世大帝的身旁，眨眼的功夫，向我冲来的灭世大帝就被恐怖的爆炸所吞没。 Boss 就是 Boss， 凭借顽强的肉身，灭世大帝也将这次攻击给硬接了下来，不过自身也在此时再次以极快的速度到飞向了王座，抓住灭世大帝毫无防备的空档。
利刃划破火焰，早已撤往安全地带的我直接就朝灭世大帝杀了过来。墨龙灵剑何其锋利，此时的我也将龙灵剑彻底插入了灭世大帝的胸膛之中，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龙灵剑刺破王座，灭世大帝也再次被钉在了王座之上。一把抽出墨龙灵剑，灭世大帝也在此时没了任何动静。陆凡等级提升至22级，黑龙等级提升至17级。看到出现的提示，我也长舒了一口气。小叶，结束了。就在我解决完 boss 的同时，此时的监控室中，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这30年来没人通关的百万分大关，居然被陆凡给破了。听到白校长的话，一旁的秦山海也是缓缓开口。看来随着陆凡突破记录，贵校也要跟着一飞冲天了。打完收工，在彻底解决 boss 后，我也迈步走向了出口的方向。大考结束了，小叶，我们回家吧。随着我来到出口，一则提示也随之出现，恭喜考生陆凡成功通关南省噩梦级别大考试炼。紧接着一个金灿灿的宝箱也出现在了我眼前的地面，宝箱开启，映入眼帘的赫然就是一本技能书，冰龙王的暴怒，稀有品质，职业要求，御龙师，龙与法师，等级要求20级，使用后学会魔法技能冰龙王的暴怒。冰龙王的暴怒在目标范围内爆发寒气，造成伤害并附加减速，冰冻效果，技能效果的持续时间，伤害量级范围可随引导技能的时间变化。原以为30级二转时才能有控制技能，看来以后可以和小叶的输出技能打配合。就在我说着的同时，一颗戒指也飘了起来，凌风戒指，稀有品质，等级要求20级，敏捷加77，耐力加35，精神加32。凌风之语，使佩戴者获得凌风祝福，增加 35% 敏捷属性。敏捷戒指看着不错，只可惜小叶不能受到效果加成，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很实用的。岩霜披风，传说品质，等级要求20级，耐力加112，精神加79，力量加56，敏捷加54。双起岩勇，对冰系火系有 30% 减伤，对冰系火系造成的减益效果降低 50%， 提升自身及宠物 30% 的冰系火系伤害。传说品质的披风，对小叶的毁灭巨龙形态来说完全不要太契合，既有冰系减伤又有火系增伤。收下所有的奖励，我也是心满意足，也是时候该回去了，暂时收回小叶，让他先休息吧。结束了，结束了，大考试炼它终于结束了。随着我换好学生装扮，平淡的走出传送门，就在我打算回家等着排行榜的成绩揭晓时，看完一切的各位校长早已将传送门围得水泄不通。你小子真是厉害了，状元啊，你就是学校的骄傲，以后咱们学校名人墙上永远都会挂着你的照片。听到白校长这么说，一中校长也开始了数落，你可真行，名人墙上那都是抵御凶兽入侵时战死的英雄，你这不是咒人家吗？早就看着老头子不爽。白校长也是霸气回怼，一边去，要咒也是咒你，陆凡可是破了大考记录，前途不可估量。就在两位校长斗嘴的同时，秦山海也来到了我的面前。陆凡，这次大考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你展现的实力还算让我大吃一惊。闻言我也是缓缓开口，秦叔，我达成了条件，太齐国的那个公主不会再来撒泼了吧？对此秦山海也给予了肯定，我当然遵守约定，老师应该快收到了。听到他的话，我也是疑惑至极，老师？什么老师？见我这样，秦山海也再次开口，你就放心吧，你现在该考虑的可是选哪所学府，十大学府必定会挤破头的争抢你，而南省的富商也会借机和你拉拢关系，你可要留意他们的心思。就在众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的同时，一直等到我大考试炼结束的钱雄也是离开了此地，而大考试炼也就此落下帷幕。排名第一的我直接以129万分豪取第一，位列第二的则是8万9000分的红武，位列第三的则是7万5000分的秦秋与陶小满。与此同时，龙国极北境未开拓的领地区域中，一位白发老头正看着自己学生送来的一则视频录像，看着屏幕上那恐怖的巨龙，老者也朝嘴中猛灌了一口烈酒，真畅快啊。没错，此人正是秦山海口中的老师，镇北后途径。就在他看着视频的同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在说了一句进来后，一位穿着厚厚棉衣的人也抱着一堆档案走过来，报告，打扰了。见到来人，放下酒瓶的同时，途径也询问起他，找到证据了吗？放下手中的档案，棉衣人也是缓缓开口，都在这里了，可以确定您的学生秦山海的推断是正确的。秦山海通过与特使钱雄的交流，推断出龙都高层的阮长风大人与太齐国金家沆瀣一气，经调查，金珠公主留学与带走御龙师都是阮大人批准的。听完属下的汇报，途径手中的酒瓶也在此时发生了形变，阮长风果然是他。闻言棉衣人也补充道，金家和阮大人表面上维持着两国关系，私下阮大人给了金家许多特权，金家也给了他不少回报。听到这里，途径直接就捏碎了手中的酒瓶，身体也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怪不得他会派特使去逮捕御龙师，阮长风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居然帮着太齐国的小公主在龙国为所欲为。你去给阮长风传令，我撤除他的一切职务和权利，龙都高层将不再有他的位置，立即执行。如果他要是有异议，让他来找我亲自谈。至于金家，要是再去试图接触阮长风，那就派施救团去好好问候一下。还有一件事，密切关注这个御龙师选了哪所学府，第一时间通知校长给他最好的资源。在回复了一声事后，棉衣人也离开了办公室，而途径也在此时看向了大雪纷飞的窗外。龙国有这样一个传奇少年，真让人欢喜，有意思，真有意思啊！等我的任务完成了，必要找到这个御龙师，好好的见见这个传奇少年。
不过我的任务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随着镇北后的消息传回龙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金珠也是惊讶无比。你说什么？阮长风被镇北后革职了？闻言电话另一边急忙开口，公主息怒，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听到这金珠更加愤怒，你们能有什么好消息？没了他还怎么抓到那个御龙师？对此电话另一边也解释道，公主不可不必在他的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大考试炼的接榜日快到了，我们发现参加大考的除了江海市的陆凡，在青州市还有另一个御龙师。听到这儿，金珠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容，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希望这次对方是一个识时务的人。